好，大家早，好，是报告委员会。那本周是一三一次会，那现在继续开会。我们今天的议程啊有三个啊。那第一个是邀请国立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就数位服务、虚拟博物馆、故宫推动教育服务与产业发展及其绩效指标。故宫北部院区服务暨典藏空间整扩建说明及故宫授权与价值运用争议处理与未来规划三个议题做专题报告，并被质询。那第二个部分是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单位预算案。那我们今天进行询答，有相关的提案哦，请于11月9日下午5点前提出。第三个部分，我们处理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主管的预算哦，公务预算解冻案有6案哦。那就是今天的议程哦。那首先介绍我们在场的委员哦。那我们吴志扬吴委员。来，苏巧慧苏委员。那我想故宫，我就先介绍院长了哈，我们的林院长。那还请教两位委员，还需要一个一个介绍吗？不用了哈。那我们先为了节省时间哦，等一下如果有需要寻找到其他官员的，再请指明哦。那我们现在请林院长进行专题单位预算案及解冻案的报告，报告时间15分钟，谢谢。来，院长请。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今天谨向各位委员报告国立故宫博物院106年度施政重点及预算编列情形。另外，专案报告有关105年度公务预算解冻及强化本院北部院区服务暨典藏空间整扩建计划2案。首先报告第一大项有关本院106年度施政重点及预算编列情形。本院在106年度预算不成长情况下，为落实博物馆公共化目标，106年度预算以配合本院新政策方向调整规划，未能纳入106年度预算筹编政策项目，将令拟中长程计划争取预算，逐步落实本院全民的故宫、世界的故宫政策。本院106年度施政计划工作重点计分3大项，第一项为落实博物馆公共性提升政策，主要以故宫文物为全民共有共享理念，逐年增加文物档案资料开放，提供国人研究、教育及文创产业运用推广。其次，以地方为主体，透过地方策划之主题性展览，加强故宫文物与地方产生更适切的对话。在教育方面，强化与各级学校合作，提供学术研究、专业能力学习及教育推广平台，提供学生参与博物馆更友善的教育环境。几项施政重点包含开放文物档案资料，开办故宫学院，开设行动数位博物馆，开发文物典藏数位价值运用及启动国宝出游巡回展览等。第二项为推动国际合作行销，将邀请国内外策展人成立故宫策展委员会，透过当代国际议题的诠释，重新赋予故宫新意象及新价值，借以行销台湾文化。设置故宫国际交流办公室，规划不同类型之主题式研讨会特展，加强国际博物馆交流合作。106年度国际交流包括外界展有美国休斯顿亚洲艺术休斯顿艺术博物馆帝王品味延续展及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陶瓷展。介入展有日本东京九州国立博物馆合作日本美术之最特展，就金山亚洲艺术展等。规划中将于近年与各国合作的展览将扩及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丹佛大学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日本富士博物馆、札幌博物馆、法国集美博物馆、布利码头博物馆、奥赛美术馆、英国大英博物馆、澳洲新南威尔斯博物馆、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等六个国家11个世界重要博物馆。第三项为发展以博物馆为核心的观光产业链的规划，在馆际合作方面将整合台湾各级博物馆资源共同行销，成立博物馆产业协进联盟，协助公私立博物馆强化展览空间品质与展示内涵，优化公共服务友善环境，设置行销平台，在强化故宫博物院整体体质方面，包括北部软硬体设施强化、文物典藏空间改善等，南岩则以强化在地观光资源连结，扩大博物馆效应外溢及提升观光能量为重点。总结以上三大施政计划，本院106年度预算编列以推动博物馆公共化，发挥文化社交功能，扶持在地文化观光与产业发展。在国际方面，将则以发挥专业博物馆能量，强化与国际交流合作与行销台湾。有关本院106年度税入及税出编列情形，税入编列14亿9,917,000元，较105年度14亿1,136,900,000元减少232,000,000元，主要是增加门票收入5,900,000元，减列财产收入6,155,000元所致。税出编列15亿5,085,500,000，较105年度15亿1,944,000,000减少3亿6,000,000多元，主要为减少南部院区筹建计划3亿1,600,000元及拨补劳工退休准备金差额5,036,000元所致。第二大项有关105年预算及解冻报告事项，本院105年度预算冻结项目有6项，2项需口头报告，4项提书面报告。报告第一案，文物价值应用与管理80万元冻结案，为积极保护制裁权，以设置奖励机制，提供民众检举，另以征聘具有中国法律职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查缉中国网站、购物平台、北京故宫画谱事侵权诉讼等，已完成委托诉讼程序。因侵权案件处理律师事务费用需以年底支付，亟待解冻之应，恳请支持。第二案有关资讯管理维护延列7,757万，冻结1/5。105年度资讯管理维护预算，除了包括本院网站及教育系统开发维护等经常性支出外，配合行政院加速行动宽频服务与产业发展方案政策，主要推动故宫行动电子化服务计划及故宫四区行动博物馆计划。本院拥有丰富的文物内涵，在四区内容提供上具有优势，并获得良好的成果，数位作品已获国内外多项奖项，恳请解冻，使业务能顺利推动。第三大项报告，本院北部院区服务暨典藏空间整扩建计划。大故宫计划因为中央政府财务困难，在地居民及环保团体异议，自筹款难达到预期等多项原因，本院决定不再提送兴建计划书报行政院继续推动。首先向各位委员说明，此新项规划与大故宫计划主要不同在于，本计划以整建为主，扩建只应搭配整建的需要，因此经费额度大幅缩减。大故宫计划需求222亿，本计划仅有33亿，为大故宫计划15%，扩建规模大幅缩小。大故宫扩建45,000平，新建规划
4200坪，规模约为大故宫10%，因此新规划的面积未达5公顷，尚不需实施环评。其次向各位委员报告推动本案的理由。第一点是改善展览空间，北部院区正馆于1965年兴建以后，至今已51年，展厅设备老旧，屋顶漏水，展场面积不足，空间使用混乱，展示方式传统等问题日益严重，未达国际博物馆应有的展览水准。正馆整建与屋顶黄落工程有其必要性。第二点，改善典藏环境。早期文物典藏库房耐震不足，空调设备老旧，大楼产生裂缝及渗水现象。另外，典藏空间与行政办公空间合并，造成文物安全及防虫等威胁。为抢救国宝，典藏空间整建工程及容纳现有行政大楼办公人员迁往第二行政办公大楼扩建工程，极具急迫性，需要建议优先处理。第三点，改善公共服务空间，为正馆的服务台、导览以及其他卖店、餐饮等公共服务空间，散布展正馆展览空间，造成服务品质不佳，应尽速改善公共服务空间规划。因此，需以正馆增设入口意向门廊，以提升参访第一印象。另规划将正馆公共服务区迁出新建的华表玻璃帷幕廊道，使正馆全面调整为文物展示空间。第四点，改善社区交通，为解决社区居民反映因参访人数增多造成交通拥塞及生活品质低落等问题，为避免大规模地下开发，采低密度开发，疏解交通为导向，以简易兴建方式设置艺文园区。以上工程为本院北部院区服务暨典藏空间整扩建计划之内容，使工程案攸关国宝的保护、台湾形象的提升、观光产业的振兴等。本院课程研拟中长整计划，提报行政院争取经费预算，请委员支持。以上报告敬请指教与支持，谢谢。好，谢谢院长啊、那我们现在进行综合询答哦，那每位出席的委员咨询的时间10分钟，必要时延长2分钟。那列席的委员哦，咨询的时间为8分钟哦。那我们按照惯例哦，这个发言登记截止时间会上午10:30。那到等一下哈、咨询到大概11点左右，我们视情况那再休息，好不好？好，那现在第一位咨询的委员吴志扬吴委员。好，主席有请院长。院长请。您不跟我问候吗？院长。院长好，院长好，好。那这礼貌了，我不是这样子的人哈。好。院长，你认识一位之前故宫的员工叫何春环的吗？认识。啊，是什么时候？以前他是合作社的总经理吧。那很早了，你为什么会认识他？以前他的话在视觉艺术的话也都有一些活动，反正就是艺文界的人。艺文界人士是。那当然，他现在已经在，其实在冯明珠院长的时候上任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任职了，所以当然在现在也不会任职，但是他最近接受网络媒体的专访，就他在故宫任职的时候说出了一些让人家非常惊讶的事情，我想就教于你。是，首先呢、当然他是做消费合作社，他自己津津乐道说他做的这个4年多里面，让这个合作社的销售额大概 double 啊，2倍以上啊。但是他最令人家讶异的是他对故宫这个环境的一个形容，他怎么形容？我们看一下一张啊。他说他把一个懒散、没有专业精神、
混吃等死的一批人训练成一支军队。你同意这种说法吗？这个是他自己在标榜他自己的能力吧。好，那你之前也跟故宫没关系嘛，对不对？是。你现在进来以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其实的话，因为我进来以后，现有的那个合作社，它几乎的话就是委外经营了，所以的话，就现在目前不是合作社人，你整个故宫不是他上面提的，应该是，他自己把他训练了一支军队，指的就消费合作社那一好、那一些。那我问你，那整个故宫有没有这样子的文化？应该组织，我们讲组织文化了，是。组织上的话，因为故宫的话在研究专业，因为各有分工，每一个的话都还是很专业的。那的话，确实的话，就是怎么把那个能量整体上的一个发挥。好，包括结合政策去推动各项。他是这样讲了哈，因为这是媒，我们根据他媒体访问的结果呈现出来的。你看下一页啊，他还说。当离职的时候，跟员工告别的时候，员工非常不舍啊，跟他讲说：“我们都是变色龙，你走了以后，我们就会变回以前那一群，刚刚形容的那个。”我不想再讲啊。那你的观察有变回以前的，打回原形的吗？因为我刚才提到他的话是在消费合作社，那消费合作社人就不见了吗？现有的话是已经委外代办。那原来消费合作社的这些人不就是你们故宫里面的人吗？他应该还有本职吗？他本身的话就是说，因为他新的一个代管单位是由他们做整体的一个管理。当然，我也多次去观察。我现在问的不是合作社里面的状况，我是说。担任合作社的这一群人，当然他也是故宫的人，是他的文化的问题，是，所以你不要一直讲现在合作社委外的这一群人怎么样，我不是在问这个嘛。是进行消费是另外一批人。现在因为他当时看他是提何总，所以的话是在合作社里面。那因为目前故宫它是行政机构，所以的话一切的话还是必须依法，然后就看这个主事的哈，他怎么去带领，所以的话是整体上的话，假如说业务的一个推动哈，我是觉得说大家各处事的话还是会积极配合。好，你刚才讲他形容的是合作社的问题，是。好，那我们看下一页哈。这个我看就不是讲合作社了，他说啊，大家很喜欢看这个《后宫甄嬛传》啊，但是以他自己的经历，他在故宫待了几年的过程里面，他觉得故宫的那个氛围啊，他要处处提防，步步小心，然后要权衡各方利益。他说他的经历啊，都可以写的一个叫做。不是这个《后宫甄嬛传》，刚好他有名字有个“嬛”字，好，他说是叫《故宫春嬛传》，是，好，你有看过这本新的小说吗？没有。你有经历这样子的氛围吗？这一部分的话，因为在故宫服务啊，但还是因为院长，我跟你讲，院长，我跟你讲，因为你们，我希望新的团队，因为这个文化，我跟你讲，不是他是比较敢讲，讲话比较辛辣，但是你不能否认，很多人都认为故宫是一个宫廷文化。我们的努力正在把它改变。好，那你们新的团队，我相信，我那时候你上任的时候，我跟你讲，是你们几个新来的这些人，是你们并不是在。某一方面的文化研究上面占到什么学术的定位，所以来担任这个故宫的相关的管理人员。我期待你们的是，你们要把这个组织的组织文化做好。是啊，当然你说研究什么唐三彩、兵马俑，这可能不是你的专长嘛，对不对？是。那你们来是要做什么呢？当然是要把组织文化做改造啊。是。我们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是结论，从他的访问里面结论，难道故宫就是一群懒散、没有专业精神、混吃等死的人，唯一的专长就是政治的宫廷斗争？
哦，这个是他形容的，所以我希望不是这样，所以我加了一个问号啊，我加了一个问号啊，但是那是在里面待过的人，也许他讲话比较呛辣一点，但是人不在其位反而比较敢讲啊，所以你不要忽略这个东西，你不要一笑置之，也许真的有这样文化啊，过去我们很多的委员也是就觉得很多单位啊，像故宫哦，或者有一些某一些军方的单位啊，都有他们自己本位的那种文化啊。接下来几个事情是真实发生的，我觉得蛮符合这个宫廷文化的。你试试看啊，剧本啊，这个《春环传》的第一集啊，啊，叫康故宫之铠甲工技师啊，啊。这个就是在宫廷里面常常会有这样子的啊。那我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媒体有报道说有退休的员工，他居然可以免费的租借到你们院里面平常是不租给对外租借的场地啊，他居然可以退休的人租到，然后呢借给人家办活动。这个活动还跟活动的参与者是收费的，好，如果是属于推广的不收费的，那可能还是有一些例外的规定。那怎么会这种场地是本来只有是属于管制区，是属于这个故宫内部员工才可以使用的，一般不外借的，为什么对一个退休的员工，因为可能是过去的私人的交情，就把他借出去，然后他在外面招揽人家还收费来办活动，这怎么可以呢？我跟委员报告哈，因为那个视听室哈，文献楼的视听室，它本身是有对外开放了，但是的话，开放的它的一个登记的一些方式哈，它的话有不同，就是说包括外界他正式来行或透过我们那个员工里面去登记，而它的话是有对外开放，所以但是院长你知道这个我讲的事情对不对？是是啊是，那我要求你把这个案子交给政风处调查，是你们的政风室啊，哈，你们是室吧？政风室，哎，政风室调查是啊，给本席一个报告，好，整个过程是啊，哪一点是没问题，哪一点是有问题，是可以检讨。我目前的话，有请我们秘书室哦，整个盘点我们故宫哈，那整个可以外界或者一些整个空间哈，那可以外界的，我希望说有很好的，就是包括制度办法都要把它齐备。制度办法，所谓的宫廷文化，所谓的宫廷文化，公平对，所谓的宫廷文化就是不讲做制度办法，而就靠斗争是靠。拉小团体，这个叫做没有制度文化的宫廷文化。好，这是第一个剧本啊。我们看第二集啊，这我编的啊，就是我们这个立法院，我们本委员会一直在追，就是之前消费合作社啊，是那个大概1.7879亿的啊，这个盈余分配给员工的啊，是这个行政院也说违法，内政部也说要缴回。好，那现在状况是什么？这一部分我到故宫以后也注意到这个，然后也找了律师，因为我希望说，针对法律方面看用什么样的一个法令来摧毁。那律师他们研究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本身的话，因为依照消合社法54条当中，有关合作社它是社团法人，它的一个财政跟相关的像社务的活动，它是主管机关负责。那故宫的话，它是负责的是有关业务方面的监督跟指导啦。那所以的话呢，是说这是台北市政府的事情。那个就以那个律师给我，他是登记在台北市政府下面嘛？是律师给我的话，就是说故宫。他在司法或者民法或公法上，他没有求场权或追诉。你们每一个单位每次都把困难的问题丢给科批，不是这个科批又很会抓狂的人。人民的你们这样子永远这个我预计这个1.7亿啊，
很快就会变成呆账了。所以我现在还是另外又找律师，希望说能找到比较合适的一个方法或法规，然后还能这个案子如果变成不了了之，变成呆账的话，哦，这呆账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本来应该是要缴出来，如果缴不出来呆账，其实等于是全民在买单。是，等于是全民在买单啊！我们看最后一集啊，其实还有好多集了哈。我在第二集，我觉得你们里面有个很不好的文化，就是到处向外爆料啊。这个我相信所有的委员都有体认，不是你这个时候严重，是历任都很严重。你们的人喜欢对外爆料，不向长官报告，不求正轨，不求立法院，立法院跟你们调资料很难调，但是。媒体很容易都知道，好奇怪哦。这一部上次你记不记得我问你？是大家在问说，我们前院长为什么去改自己的这个什么出国的限制，去大陆的，记不记得啊？可以出国。我们跟本委员会啊，本委员向你们调资料，怎么都不给，结果居然在《自由时报》里面用读者投诉了，把公文出来。哦，讲说他自己签字说什么改成一个月，哎，奇怪，我们都调不到，他可以这样调。然后我不是有请你们说调查这怎么流出去的吗？是，你们的回函说啊，这个是普通的，不是密件，所以这个不算违反泄露秘密罪。好，那就算不是违反泄露秘密罪，你们容许你们自己内部公文随便这样弄出去吗？跟我你们的回答我知道，你们有查说确认。极有可能是透过拍摄公文纸本，再以电子传送方式泄露。这很简单嘛，就是每一个公文，如果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就用拍摄，然后用 LINE 的方式就出去了嘛，然后不会有传真，谁现在谁白痴还用传真留那个传真头，啊，所以你一定要第一个，你一定要找一个机制去制止这种中途公文就出去的。这一部分要不要文化，也是宫廷文化。好，第二个，你们对这样子的管制，具体的办法拿出来。是，好，你们这个文化很久了。我们的话，其实的话后内部有检讨，包括我在一些议会也都有檢討。你不能像你的回函，只要用 LINE 拍照照出去，在归档以前，什么蛛丝马迹都没留下來。我们有检讨开会，将来有更完善的管制。院长，你赶快检讨，检讨的报告送交本委员会跟吴志扬委员，好不好？谢谢，谢谢。那接下来。质询的委员是苏乔慧委员。主席，我们请院长。院长，请。苏院长。哎，院长好。院长不用担心啊，哈。首先，我们在这里，我们先肯定院长和新的团队。从上一次到这一次，确实从报告中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已经有心要往更好的方向前进。所以看得出来，你们也提出了诸多的从4G、从这个虚拟数位服务、从这个虚拟影像等等很多服务都在往新的方向前进当中。所以这一点，我肯定新的团队，好看得出来这个改变。谢谢委员。好，我得单工看你有没有搞到谢谢我啊。好，但是既然好，那我觉得好像还要加好。那现在我就还是在这里再指出，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的部分。首先，院长哦，故宫说用心拉近距离，这是你们的标语啊，希望能够让故宫感受到这是人民的故宫，大家的故宫。好，那我认真来看。不管是从网站上面也好，或者是从故宫在举办的实体活动等等项目，您提到的这些来看，我觉得可以检讨的空间还不少。首先哦，院长，你看哦，我现在提出这个看得出来是哪里吗？哪里办的活动吗？你也在看哦，不要看清楚啦。好，台中科博馆。好，这是台湾博物馆哈，在这个有。
他办的活动，夜宿博物馆，叫做和恐龙一起睡觉。是哦，这个活动很轰动哦，因为喜欢恐龙的大小朋友很多嘛，阿囡娜娜介意，爸爸妈妈都会抓去啊，所以很多的家庭是抢着去报名，为的就是能够在恐龙这个标本下面，大家和恐龙中，哇、哦，好可怕，挤着晚上睡一个晚上，睡完之后回家可以讲个三天三夜。从此之后，从这个恐龙的标本一直到这间博物馆，是他们全家津津乐道的故事。好，院长，你最引以为道傲的这个故宫的活动，你觉得是什么？如果让你说的话，有哪一个？你现在快问快答，脑袋中你现在觉得故宫最自豪的活动哪一项？目前的话就开放了拍，开放拍照。好，开放拍照。好，那用活动啦，哈，我起的公活动。那不然下一张，我看到故宫网站上面最推荐的，也资料最多的是故宫周末夜这样的一个活动，举办了一段时间了，好，也场次也很多。但是我们看看故宫周末夜，我相信一定也很多的表演团队要抢着来争取。但是你看看。同样的活动，我们参加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对故宫有更深入的了解吗？我们对故宫能够产生更大的认同和感情吗？我们会因为这种活动想要再一来再来吗？我认为不会，因为它除了空间是在故宫以外，其他跟故宫没有什么关联，它就是架了一个板子啊，上面写遇见故宫，故宫周末夜而已。所以从活动这举这两个例子，我想要跟院长这边建议的是，我们做任何事情不但要做好，而且真的要用心啦。既然你强调要用心拉近距离，所以不是做有做就好呢，最怕的就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是形式做到了，但是实质上的精神没有把握到。我不是在这里请你也去办一个夜宿故宫这样的活动，完全不是哦。下次不要报告来的时候说苏委员建议要办夜宿故宫，我没有这个意思哦。我要说的是，请各位在办活动，请院长领导办活动的时候，要能够注意到那个本质是让大家认识故宫，对故宫产生认识和连结嘛。院长同意吗？这个非常同意。好，那除了活动之外，我们来看看哦，院长，你的报告里面再再的提到这个对影片的部分，其实你也非常的琢磨，说我们这个《国宝历险记》得奖无数。是，对啊，我也觉得这个《国宝历险记》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去看它的浏览率多少，20000。那这部影片有没有办法像好莱坞的影片《博物馆惊魂夜》带动了大家前去故宫参观？没有嘛？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把这个当成是故宫的宝贝啊！你进去故宫里面，你哪个地方看到有用这个《国宝历险记》的图像化去布置故宫？完全没有。他既不会当成吉祥物，也不会当成装饰。那请问你拍这支影片，然后呢，放上网站上，放到你的教学频道里面，说我有做影片，是这样吗？这例子不胜枚举啊！甚至是大家的网站有。故宫的网站也做得很漂亮，但你实去看一点都不 friendly 啊。奇美博物馆的网站在检讨活动，要我要找活动的时候，我还可以有分龄分众哦，我三岁以下的哦有一个 icon， 然后12岁以下的，对不？这奇美博物馆网站你做秀的嘛，所以它也有分类，让我们可以去找活动。那故宫的有吗？这一部分的话，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内部也在检讨。那包含到有一些目前的一些传播方式，或者说跟年轻世代的一些对话哈，要有一些新的方法。那国外的话，包括像卢浮宫或者荷兰一些博物馆，他们在整个影片的一个制作或整个效果，它呈现的话，吸引很多人参与，院长，所以我们会来改。我在这里。借着这个场合，不但是告诉院长，也告诉整个团队，我觉得故宫真的有很多的宝贝，它可以做出无限大的资源出来。但问题是，你有没有掌握那个精神？是我真的要和社会产生连结，不是有做到就好，不是拿出来报告说有多少人，我做了什么，几次的浏览率，有多少参观人士，这件事情就结束了，而是我这个故宫到底有没有在台湾社会产生的影响力和连结度嘛？比如说院长你在说这个 open data 这个部分，我也觉得这个方向很好，我非常肯定院长。但我们上去看网站，截至目前为止，其实我们查过故宫现在数位化的资料已经达到了
典藏品里面的46万件。好，但是那网站里面现在有多少件上传的？目前你自己有写哦。考虑到原来我们有一些图像的一些授权啦，所以的话，那个授权方面它有合约，我们的话一方面也不能伤害到它原来的他们的一些商业需要。我现在说的是上传的速度嘛，哈、欸，你上载，你拍摄这个，你做这个数位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扩充数位线上的资料库嘛。是。好，你现在开始做了，那截至你从你开始要做到现在。有多少成绩？好，我说你刚起步啦，我同意你的第一个数字，说近600笔，这个我同意啦，哈，可以啦。可是你告诉我，你接下来的速度是多少？是每季上传500张，哎，是每季耶、欸。人家大英博物馆是一个礼拜就要上传多少？这当中有一些，因为它是前世资料的问题啦，就是我们不能只有图像上去。那你告诉我，你多久以后才会资料？所以的话会加快陆续的话，目前因为以目前原有的一个预算，包括到它，因为包括后面的频宽问题、流量问题，然后包括伺服器的问题，这些都不应该是问题呀、啊。原有的它没都应该要解决，因为照你这个速度，会解决。照你这个速度，我帮你算过了、哦，这些是不要再讲你在新典藏、新扫描的，就现有的46万笔，用这个数字来算，我帮你算过了。照你的速度，每季500张。要民国200年才有办法上传完毕啦。对啊，是民国200年呢、欸。重点的文物会先传呐、啊。重点是我在这里要求的是速度啦，哈。好，我们加快。我想在这里既是提醒院长，也是让故宫知道，整个团队知道说，作为一个民意的代表，在这里希望我们的故宫，台湾的故宫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就是院长要带领的方向。是，我肯定你的方向，但是请加快速度，而且是用心来执行啊。那这样子的话，我在的说，我希望的故宫是一个真的可以跟社会大众产生连结的一个故宫哦。那所以。故宫这样来讲的话，院长，博物馆的四大功能里面，典藏、展示、研究、教育，你觉得哪一个最能够跟大家发生关联性？其实每一项都可以发生關，都可以发是哦，这企图心很大，很好。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的主张是所谓的教育，是哈、哦，应该就是能够和社会发生最大关联性的一个。项目啊，是，所以刚刚的这些活动啊，或者是影片啊，甚至你要做这个教学频道，现在去偏乡等等，这些都属于广义教育的一环。是，那么院长，您在编制预算的时候，您的配置有想到这一块吗？我帮你整理一下故宫的预算哦，我已经尽量宽松了，我连这个志工的制服200万，我都帮你算进去。是。那这样的话，教育经费也占全部里面的15%而已。是目前的话，因为整个哈，它在行政费占了大部分的，包括人事费，所以的话，教育推广费它已经算比较多。但是未来我们在规划中长期计划会努力。我这里的话就点出问题啦。另外的话哦，刚刚还有一个问题，刚刚稍微漏讲到了，就是在公共化的部分哦，其实我也认为故宫现在有一个这个图像授权的部分，我认为这个部分其实应该要有与时俱进的空间，故宫真的应该要好好。检讨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世界有很多的博物馆都已经是尽量朝开放，是让我的资料越多人利用，我这个博物馆在世界在社会的影响力就更大。我相信院长是博物馆的专家，您一定了解这个趋势，所以你也才会定这样的政策嘛。所以本席非常的支持。可是院长，你有没有注意到哦？故宫里面现在这个图像授权及出版授权利用办法当中哦，其实它是非常严格的，它是连非盈利都还需要付费。好，所以如果我写论文，或者是我写论文学术论文，我用在内页要400块，用在封底封皮要800块。啊，如果非盈利出版，我甚至不是学术论文，我还要1200块。院长，你觉得这个合理吗？这个的话。这是你想要公共化的，不符合嘛？那什么时候可以修正？我们的话已经我已经请我们那个李副院长。这条有吗？这条包含在里面，包含在里面。陆续未来的话是更开放，所以的话是会整体上会。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呢？
这一部分我看一个月以内我们一个月以内、啊、是好。那院长，我今天在这里提出的就是，我希望核心的概念是，这个故宫真的可以像你说的，是一个开放的，是一个大家的人民的故宫。是，所以我希望你所有的在举办的，不管是活动、教育内容也好，是真的可以抓住这个核心的精神，让人觉得，让参观的人觉得我会一想再来，一来再来，一来再来，而不是像过去，我就是一个老大哥，我站在山上，你来看我，你能看到我是你的荣幸呢，对不对？是，这不是应该现在时代应该有的态度吗？是，这院长你可以同意吧？我同意。我刚刚一开始已经肯定你的方向了。那院长，下一个会期的报告和等一下预算审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看到更多关于旗城的进步啦、啊，还有这个改变的项目吧？哎、是，好。好好，那我们要看到项目预算才要过、哦。好，谢谢委员。谢谢院长。谢谢苏巧慧委员啊、哦，谢谢院长啊、哦。那我刚刚没有宣布哦，那我们委员如果有临时提案哈、哦，请在质询结束前要提出来。那处理提案的时候，如果提案的委员或联署的委员都不在现场，那原例我们就不予处理啊、哦。那接下来质询的委员是柯志恩委员。谢谢主席，我们请院长。院长请。柯院长。嘿，院长早。我们在没有进入这个预算质询之前哦，我们现在问两个小问题啊、哦。第一个，我想请问啊，有关于我们那个十二尊兽首的问题啊、哦，它到底有没有被斩首啊、哦？我基本上对这个兽首的喜好哈、哦，其实没有任何的喜好了。我们纯粹是就事问事嘛。因为你在九月的时候呢，你有特别提到说，大家都觉得应该要猜，所以我们就可能会猜。所以呢，根据报道呢，你在十月九号的时候呢，曾经召开的一个交流座谈会，是没错吧？院长，你有没有亲自主持？亲自。你亲自主持啊、哦，可是你看，你觉得你的那个名单当中，这几个名单当中有没有兼顾到专业美学、艺术跟文化？你自己觉得？文化艺术方面都有包含在内。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因为你里面有找了非常多的立委了哈。举例来说，你找了陈明文委员呐、啊，找了李俊毅委员呐、啊，还有找了蔡依瑜委员，他们都属于嘉义的，你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教文？像我们陈学圣也当过文化局长啊，我们的黄国书书法写得很好啊，你都没有赶上找到他们。而且哈、哦，你找的都是，你看你的所有的那个文化里面啊、哦，而且不要忘记你十二个你这些里面只有十二个人参加，其中三个还是代理的、哦，十二个人来决定十二兽首，是一个人一个头吗？不是，这当中的话，因为十二射手的话，它其实设置在那个地方。我了解，我现在只是说你的名单上面哈。艺文界其实的话，他们都是嘉义地区的。我只是告诉你，当时的话是因为邀嘉义地区，是说未来的话，我们我觉得他们拆下来怎么放，或者说要怎么不过不要忘记了，院长，我还是要提醒啊，这个南院是全国的南院，不是嘉义的南院啊，所以你要考虑到这样的一个部分的时候呢，还是要把它这个代表性要把它更扩展一点，这是我比较在乎的。是未来的话，我们在整个规划它的一个安置，那个。规划委员会，我们邀请全国的。好，然后呢？你那时候结论是啊，你结论是说你到十一月底会拆除嘛？十一月底以前会拆除嘛、而且你要保留这个所谓的灯座。然后呢，这个未来他要处置怎么样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哎，我们目前有，你们到底决定的这个处置有五个选项，到底是哪一个？目前哈，因为来，我们来看看院长是哪一个，还是有第六？推给成龙吗？有物归原主啊？有第六。有第六，所以不会是缩回仓库嘛？永不见天日嘛？哈，不会。是那个就是铸熔销毁嘛，回收利用嘛，也不是嘛，哈。是。阿妈不是那个拍糖骨灰了，安尼不见为净嘛，也不是哈。是。然后开放拍卖来增加故宫收入了，也不是。那第六个是什么？我们当时的话是大家讨论，就是说应该考虑到南院它的一个属性定位。那未来的话，希望有一个规划委员会针对它的一个属性定位，就南院的一个定位，然后规划主题式的一些园区。哦，所以那个十二个头还是会保留就对了。是。那十二尊头会保留出来了。是。因为你看后面我比较担心就是你整体的规划，你看你后面呢，你看有竹子还有黑木，你把那个灯柱留着，把那个头去掉，我就比较关切你上面要摆什么，可以让南院
更具有整体性，而且呢，我也关切到你的预算，你明年没有，我没有看到你的预算编列这个，十一月底应该是今年预算，那钱从哪里来？其实的话，他那个因为处理上我请教过建筑师了，对，那整个空间感来讲，那时候射手放在那边比例也不是很对，嗯、那拆除方面他就有几万块就可以把它哦，几万块就可以解决了哈，我主要只是提出这个部分，请你务必做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处理啊。接下来我还问第二个小问题，就是有关于你们上次被爆出来有关于防火涂料的问题、啊。是南苑，那目前为止怎么样？请简短的回答一下。我目前的话有没有人为不脏的问题？目前是没有了。哦，在整个包括查过以后，包括他送了资料，包括到建造单位这边，我们都查过，没有人某不脏的问题。那所以现在目前呢，你这个N7企业的话，目前是怎么样？N7企业的话，它是因为营建厂商，所以目前的进度呢？所以呢，会重新再来做处理吗？目前整个的话，我请那个营建署他们讨论，因为首先要做检验，它主要的话就是说它在耐火，也就是防火时效方面一定要达到一个小时。所以你是换个厂商而已，对不对？你还是会做这个防火的这个涂料吗？会你会换个厂商，然后一定要达到标准，照顾到民众安全。请你好好的追究我们损失，他给我们假的东西这个部分，包括要扣款或求偿的话，我们务必要知道你们后续的一个处理到底是如何啊。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防火？因为你不要忘记，我们的故宫啊，真的是非常的宝物，非常的多。然后呢，它这个防火的设备一定要完全严加的管控啊。是。那我们先看下面一个，就是因为它非常的重要嘛，所以部长你看一下机器。机器人跟海龙有什么差别？你想不出来哈？来，我告诉你，十月的时候呢，中国大陆的这个北京的它的故宫呢，它找的防火消防机器人做的历届来最大的这个防火的一个演习哦。是啊，我们故宫哈也是海龙，不是那个海军陆战队的海龙，而是海龙消防器了，对不对？这是故宫目前用的海龙消防器，对不对？是啊，卡查这样你嘴，人家机器人都出来了，我们还是一个海龙消防器，而且呢。对不对，院长？然后防火这么重要，然后呢，你编的这个什么三千万？三千万？那三千万是全部吗？还是只是逐年？还是怎么样？你这个三千万？目前的话，三千万的话是年度上有一些急迫需要改的哈，我们先把它改。像你的库房嘛，对不对？对，后期的话，我们就说中长城那个尤其刚才报告的北部院区的整扩建计划，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原有的典藏空间，它三十几年前盖的，我知道啊，整个设备各方面，所以我才特别关切这个问题。所以你签三千万只是一部分而已哦，你每一年都会逐年再去增加，是不是？争取预算，我希望说它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典藏。我了解，可是问题是照顾文物的话，一定是我们大家共同期望。只是你这个防火的设备到底会是怎么样？举例来说，凡是有库房不太开放给人家去看，可是只要去看过的人都知道，它里面真的非常的老旧，而且很多的东西都放在木头的柜子里面啊、木箱里面，木箱里面啊、是，哎，那个万一发生事情的话、啊、这个海龙啊，机器人都救不了了。你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些木柜改成防火柜？因为它不是对外嘛，它只是库存。你有没有考虑过防火柜？未来规划的话，我们是需要改箱为柜了。好，那个柜的话，包含到有一些包括隔震方面的也都需要。我认为是要防火的，否则你光是木箱，虽然比较好看，也比较符合故宫的 style， 但是哈，那个真的是一早起来是不得了。而且我要特别提到，就是说你刚刚特别有讲到这三千万只是逐步，对不对？可是呢，我们看到你这边里面特别提到服务暨典藏空间的这个规划当中哦，你在107有特别有不阻断的这个编列，我是很担心啦。万一你这个，因为你服务暨典藏空间整建这个计划如果没有过的话，因为你把它两个放在一起来做讨论，给我感觉好像有绑标哎。我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过的话，我接续的这个防火，我搞不好也就因此就被我们给割除了。你不能把它做额外的做处理吗？这一部分的话，我会。用各种方式来，因为我觉得它有急迫性。你这种写法就让我觉得有绑标的感觉，好像我这个计划不通过的话，你的防火也好像就不能过的样子。因为目前不是这个样子的。整个预算的一个编列哈、哦，要争取额外预算，必须比较完整的一个计划。那整体计划我们检讨，就依照故宫目前比较急迫的，包括所以我个人认为展览跟典藏空间，你应该把它分隔出来，否则我这个展览空间。其
实有很多的问题，等一下我就要问的。但你把这个消防这个放在一起的话，你不能整排，我觉得你应该把它分开处理。这是我提出来一个建议。我还是再次强调，防火的这个部分啊，是故宫目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部分。我们一定要用一个非常更先进、更完备的一个方式来去做一个处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我们非常关切的有关于故宫北院的这个所谓整修的一个部分了、这个部分里面好像跟当初你所提到的这个大故宫，因为大故宫计划目前已经有 做一些的改变了嘛，没错吧、大故宫的话，因为它本身计划没有通过，所以没有已经停止了，我们没有再重新再提。所以你提出了一个，但是我现在提出的话就是比较急迫，就刚才提的典藏空间，还有正馆的那个展览空间，这两部分，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部分嘛。急迫性要把它处理。因为你里面有特别提到的有个艺文园区的这个设置嘛，那这个艺文园区的部分，其实你现在把它规划新建一个艺文服务中心嘛，对不对？是。那这个部分里面，我要提出当初你所提出的计划当中呢，其实就有一个有关于你们的交通的问题，是，包括你们所使用地的这个问题。是。这样我们来看看这个艺文这个中心，很多人认为说你提出这个计划最主要是解决北岳目前空间不够的嘛，空间不够的这个部分，因为它太过老旧，所以你希望能够拓展更多的空间。可是这个艺文中心呢，给人家感觉好像是精品店的概念呢。没有没有，那边的话会非常低密度的一个开发，以那个生态艺文园区，要只有简单的一个服务中心跟资讯站，就是一个生态的东西就出来了。你刚刚光是停车场，其实当初我讲院长也知道嘛，居民其实非常的反弹嘛。然后你刚刚说生态的部分里面，你不要忘了你的用地是以前过去的军营哦，是以前很多环保团体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蓝雀，还有很多的大冠鸠，哎啊，这些怎么办呢？你怎么样来在这个平衡上面，这个环境跟这个你所要做的这个部分，你怎么做一个平衡？所以的话，我们目前像比较靠山那一边，山谷那一边，我们几乎都没有开发了，所以的话最主要我们还是保留它，也有很多的生态。我觉得这个部分院长你要特别提醒哦，包括我们日月潭什么孔雀园啊，还有包括我们的沙仑计划，大家都只要操就是踩到一些所谓的环境，还要踩到一些所谓的原始生物的这样一个保留，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反弹。我这边要特别提醒院长，就是说过去居民所反弹的，环保人士所反弹的，你必须把这些计划，你把这些想法纳进去，否则到时候你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困扰。好了，接下来就是有关你们预算部分，我知道等一下委员也会提到，你们的预算其实编的也有点奇怪了。像你说南院，它的面积比北院还要小，是，但是呢，而且还没有开始储藏这个文物哦。可是呢，你编的水电费，哎，南院的水电费比北院还要差不多出一千多。哎，阿兹喜安诺，而且你还标榜它是属于绿能建筑呢？你还标榜是绿能建筑，怎么那个水电费都还没开始做，现在就编了5000多万，这就很奇怪。本身的话，因为它跟北部院区它空间差不多了，但是的话，它因为挑高的话，包括整不是绿能吗？它绿能，但是它像西凉体那个公共服务区，它是玻璃帷幕，怎么样的一个绿能？它还是耗电量比那个一般我们的建筑物来的高。绿能就可以增加更多阳光，有更多阳光就有更多的冷气，这就好像是穿着貂皮在吹冷气，这个逻辑很奇怪了。所以的话，本身建筑体的话这一部分在博物馆的一个使用应用，确实的话也产生很大的一些困扰。好，那这院长我还是要提醒，这样子的一个预算的编列，我们会提出这样的质疑啦。还有我真的对于你所写的这个解冻案我有意见。刚刚巧慧委员虽然说不断肯定说你们写的不错，但是我觉得解冻案，哎呀，我不晓得故宫是不是因为都是掌管古物，大家的思维也有历史的循序迈进，都没什么改变。是那个解冻那个冻结的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好像都没有得到一个特别的一个解答。我是觉得院长你应该好好的再去重新看过，因为那时候还是 冯院长主笔的，那个解冻还是主笔的，等一下我们一一来讨论。我还是觉得说这个解冻的整个内容啊，真的还是要应该根据委员的回应来去做一个解答，好不好院长？是，好，加油了，谢谢柯志恩委员。接下来咨询的是张廖万坚委员。主席要请那个院长，林院长。院长。委员早。院长早哈。是。你们辛苦了啦哈。我想你上任之后，我像那个刚才很多委员问到哈，像故宫南院又发生了这个假涂料的事情。是。我想故宫南院哈，从
去年12月28号开始提前在工地中开幕，到现在是风波不断啊，风波不断啊。那其实这种工地中开幕的一个现象哦，从这几年来，我看我连我们台中那个歌剧院也是这样子，哦，那个开始在表演，那个表演团体进驻，所谓已经开幕了，哦，试营运了，结果呢，连个化妆台都没有啊，这样也可以开幕啊。那故宫南院，当然南部民众期盼了15年，终于做了，做了之后现在风波不断，包括那天开幕的时候去请了成龙来，去弄了12兽首，刚才委员在问，而且那是音频，那对地方的民众、对文化界的人士来讲，有时候觉得那个是一个大的讽刺了。那这种工地中开幕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所试营运啊，试营运啊，试营运到现在，我要问院长什么时候真的开幕啊？假的开幕已经开始了，风波不断了，什么时候要真的开幕？因为我们不再办开幕了，我们是以正式营运的话是预定12月，12月要正式营运了。你现在发生这种假涂料，现在假的兽首这个要处理，还有第六种方案是刚才有提，那还有另外一种，那现在涂料又是假的，啊是，那涂料是假的，你有办法真的防火的？这涉及到防火安全的问题，是真的。可以通过验收吗？这一部分我们请营建署哈，昨天我也跟那个许署长，还有他们蓝工处处长一起讨论，那就说需要先做检验。12月要正式，所谓正式营运，有办法按照进度吗？目前进度是没有改，那因为他原先怎么去把这些那个涂料防火涂料的话达到那个标准，后续他们会提方案，但是的话我们整个验收还有各个筹备工作都在进行。你知道我一来就跟你说你辛苦了，就这样子。其实不是你辛苦，我看南院整个同仁都很辛苦，是真的在工地中开幕这样子，然后又要安排很多乡亲去参观，又要大雨又要怕漏水，现在遇到假涂料，然后12兽首引起争议，又怕对立，然后又要解决。好，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刚才我们委员也问到，我记得这个故宫南院啊，是一个被评分为钻石级的绿建筑，钻石级的绿建筑，如果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个建筑师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就是考虑到节能减碳，考虑到水的运用也要节能，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看到的这个水电费的编列，刚才有提到，包括我们看到北部的院区明明使用的面积高达17366坪，南部的院区大概11495坪。从展示空间来看，北部有3256坪，那南部呢是2118坪。典藏的空间，北部是2489坪，南部只有908坪。结果105年的水电费，就今年我们北部的院区编了4211万1000，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年等一下也会谈到预算嘛，哈。是。我们明年的水电费，你说故宫院区老旧了，水电费增加我还可以理解，4640万啊。那南部的院区今年编了5582万，那明年呢编了5240万，看起来是少了差不多300多万，是啊。可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这个建筑哈，依照当时在审查的时候，2009年绿建筑的分级评估，它核定的分数是59.22分呐，这是钻石级啦啊。那这个钻石级的绿建筑，难道也是假的吗？院长，为什么会这样说？你既然是坪数使用的面积小，展示的空间小，典藏的空间小。水电的预算节能减碳，刚才你讲说那是挑高的，是帷幕的，那就是有一个是假的，就是当时在评这个绿建筑的时候，在评分的时候是评假的，要不然就是现在你们编这个预算对这个绿建筑没有信心，所以编多一点。所以这个故宫南院哈，从本席当选立委进来开始，每次问到的都不是好消息。其实你们很辛苦啦，好盖是营建署盖的，好送兽首是人家的。不是你们邀的，是总统邀的哦，来送音频。现在呢，这个发生问题了，你们要解决。院长，
到底是你对这个绿建筑，我现在这个绿建筑到底有没有信心？为什么是编这种预算？我看哈，你知道今年你们的到目前为止一月到九月份，你们的水电费也才用了2200多万呢、欸。是，明明只用了过了四分之三了，哈，过了四分之三了，你们预算只用四成而已。是，那为什么明年你又要编这么多呢？照理说不是少300万呢、欸，应该是要少3000万才对、欸。从预算面来看，是你对这个绿建筑没有信心吗？还是这个绿建筑是假的？那你要不要再重新？你要不要再追究一下？除了涂料是假的，我看这个绿建筑当时的设计也有问题哦。我们回去再检讨了，因为这个包含南部，它确实的话，就包括日照方面，或者说它温度都还是比较高一点。哦、这个就很这个讲法很外行、啊，上哈、啊、很外行、啊。因为其实的话，在那边哈我知道南部很热。没有错，真的非常热、欸。可是当时设计的、欸，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啊，他的我就讲了嘛，哈，2009年的时候，是，他按照那个那当时的绿建筑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标准嘛，哈、嗯，对，当时的四大目标有四个目标，就是生态、节能、嗯、对，减费、健康、欸。那按照现在有九大目标，哦，那其中的两个目标呢，就很明显的哦，就提到。其中一个指标就是日常节能指标，就节省日常的使用能源；另外一个水资源的指标就节省水源。那这样的水电费你还要编这么多？那按照你们现在实际上今年在启用的状况，其实也不用那么多啊。我干嘛你编这谁可以回答？怎么好像编得很没信心啊？对这个绿建筑很没信心啊？是我们回去检讨。我要这样讲的原因就是说，从去年的这种试营运，让我觉得就充满假的一开幕了。假的开幕，我们要去收人家12个售手，又是音频，然后呢，这涂料又发生又是假的，你这个绿建筑难道是假的？水电费才这样编啊？我会觉得说，我们故宫南院院长你起来就辛苦了，包括故宫南院的同仁哦，要收这个烂摊子啊，我觉得很不愿意这样讲啊。那对南部来讲，当然是一个啊欣赏这个故宫文化的一个场域，可是让我觉得你们现在在经营上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啊。院长，你有没有信心把这个解决好、啊、目前逐步、啊、已经都已经文化馆、博物馆开幕，不要在工地中开幕了啦，不要学了政治老板一声令下，工地中也要开幕，要多花多少钱？是这个很不好。我们的话，台中歌剧也这样子啊。中南部对南院，2014年胡志强会选市长前一个礼拜来开幕了、啊，还编了1200万来做这个序幕的活动啊，结果开完了关起来，过了一年十个月，我们9月30号。上个月才开幕啊，上个月底才开幕啊，正式开幕啊，过了一年又十个月，多花了1.2亿的工程款，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让外界很不能接受了，偏偏就一直在发生。好、哦，我是希望以后故宫你现在要整修哦，我看大故宫没了，你们提了一个小故宫的一个，不是小故宫了，它只有纯粹是因应现在的一个需要。好了，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啦、哦是，当年国发会审查要。答应这个大故宫220亿的扩建案的时候、啊是他说、哦、故宫的文创商品的商机啊达到1000亿啊、有1000亿的规模，所以才会说啊你来呵呵来替哈冷霸几杂币，我帮他创造1000亿的商机啊。我请问一下院长，你上来之后，你这样了不了解整个故宫现在的文创商品大概有多少？产值方面了，我知道你们哈、哦、现在。你们有你们的收入，包括图像的授权啦、啊，哈，出版品的授权啦、啊，哈、还有 OEM、ODM 的这个授权生产故宫的衍生商品，还有品牌授权，这个如果加一加，因为有的是在公务预算，有的是在基金里面，对，加一加大概一年多少钱？差不多7亿左右，7亿多啦，哎，对，7亿多哈，7亿多，哎、七亿多跟国发会讲的1000亿差很多呢，他另外的话，未来当然我蛮期待，就故宫他的话还是可以整合国内资源，国发会然后协助文创，他们很会去评估这个所谓的经济产值。很多我们的文化场馆、艺术场馆为了自偿率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头痛，都争取不到钱啊。是。那我们故宫在文创商品方面其实是非常有潜力的啊。是。所以我就要来探讨一个问题的，我们的这个故宫的文创商品商机很大。可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这些授权，我们用拆账的方式是4-4-2嘛，所谓的4-4-2，对不对？就是制造成本4，然后这个
带你们销售的收入四，那你们故宫收入二，这样的一个模式到现在，你上任之后还是这样做吗？目前有在检讨，并不是四四二了。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已经有改变了吗？假如说这个以前也有合作的，合作开发的话是六四，会让人家觉得说，好像故宫几十万的商品，那后来可以来把它变成文创商品的，能够创造商机的，总是知道的那些人而已。是，好像你们在整个在甄选厂商上。这个过程里面啊，用了一个所谓非常弹性的方式，可能一开始也许对故宫这么多商品，你要一一的去按照政府的采购法一一的去招标，其实是有问题的。是。那现在这个国发会的评估，当然他出估了，我不知道他真的讲的还乱讲的哈。他对于你们这个压力，其实一千亿跟你们现在七亿多是差很多啊，差一百多倍啊。嗯。那你上任之后，你有什么把握？就、那個、有没有什么目标？因为直接的话，在博物馆的一些平台或我们授权，其实的话已经一个，我是觉得它一个极致的了。我因为后续的话怎么样去透过故宫带领国内新北市的十三行博物馆是，即使它要公开，它有文化商品要开发，它有一个存钱筒，他们都用政府采购法。用招标，他虽然是用最有利标，可他至少是一个公开招标，厂商很透明，谁得标多少钱都是非常透明的。那故宫的到目前为止，这种合作开发的资讯啊，始终不透明了。我们跟你们调了，你们给我们资料哦，131家厂商跟你们有来往嘛，对不对？合作厂商，目前合作的131家，131家其实蛮多的啦，哈，蛮多的。可是它的产值7亿多，到底是我们？很便宜的去啊，开创这些商机给这个厂商，我不愿意讲说完全是图利啦，但是他能够真正创造的产值是不是被低估了啦？是不是被低估了？你上来之后，我真的希望有些可以合作用谈的，有些可以公开的来招标啦。你若讲像翠玉白菜这种 mark 你若讲10年商标权，我就不相信说它不价没有价值。是。那如果说只是用我们过去的拆账比例非常消极啊。是，我们也来检讨。是。哦，你们都是靠门票收入，这不对啊。嗯、我看到资料里面，我们是世界的名牌啊，故宫，好、哦，就是它的这个参观人数算多的。是，很好的资源。对，那一般的博物馆，我们讲7:3嘛，哈、哦，门票收入3，文创商品相关的其他收入应该要占7才对啊。我们到现在都还在。还是远少于这个门票收入，还是靠门票收入了。我想院长你上来之后应该要有一番好好的作为了哈。故宫的摊子要收了哈。是。这个文创商品的问题，怎么样子开发，创造更多的商机，来带动整个故宫的这个收入哈。文创产值的收入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未来我也希望说国内业者的话，还有你那个绿建筑，好好的想一想。是，好好的想一想，如果是真的有问题，那你就调查。好，要不然编这样子哈，将来在审预算会有问题啊。好，没有办法说服我们，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啊，为国家创造产值啊，不是只有为故宫人创造而已啦。接下来质询的是541委员。贵气拢敢为故宫人。好，谢谢主席啊，有请林院长。院长，吴委员早。院长早安。是。大家都辛苦了。我今天感冒，我要用非常有磁性的声音，是，尽可能温柔的跟您对话。是。上一次实在是对您有点小失望。是。上一次我说，我们要推倒故宫的高墙，是，故宫的改革要上路。需要一个可以大破大立的院长，需要一个可以雷厉风行的院长。但是上一次的质询，其实我们有一点不欢而散。我觉得您，我没有看到您的背膀跟魄力。但今天我在台下一路观察，我觉得您今天的答询，对于政策的说明、相关的准备，是进步很多。我给您肯定，继续持续的勇敢往下走。好，下一页。我今天要跟您讨论是，首先我在第一次跟您520之后第一次的质询，我希望故宫要走出过去的思维，要成为民众的故宫、创新的故宫、台湾的故宫，甚至是世界的故宫。我想我们的诉求、我们的理念都一致。好，下一页。我非常开心
在您的业务报告跟反映在相关的预算编列上，确实贯彻也回应了我们的共同理念，你要打造更具公共性的故宫，同时也要深化让故宫成为在地性的故宫，然后教育性、国际性、多元性跟专业性当然不容偏废，我再一次肯定。但是如何执行呢？下一页，我盘整了您所有的资讯，在短中长程我归纳出来，所谓林正仪院长率领的新人新政新故宫，短期之内要做的四件事，有条件开放摄影 ，open data 的免费下载，包括简化申请故宫图档的流程，也包括推动国人入馆免费，落实文化平权。我把这四项归为短期可以操作的，很好。稍后我再跟您论述，中期要做的就是组织台湾的博物馆协进联盟，要建制一个台湾博物馆的系统，以及打造故宫的国际新品牌，我把它定位为中期的工作。长远的当然就是结合国际的议题及国际观光客的导向进行相关的策展，还有一项就是大故宫计划暂缓，这是长期我们要推动的事，启动一个新故宫计划。我把它盘点出来，我觉得点到了部分的重点，短中长程，但是独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国家政策，也就是下一页，文化的新南向。小英总统启动了新南向政策，其实这是一个以软实力为基底，以人为基底的一个全面的外交新战略，也是一个产业新战略，它甚至就是一个文化的新战略。但是我非常遗憾，我看了所有你的报告，只有在你的业务报告里头讲一句话，也就是配合新南向政策，积极与亚洲各博物馆交流，培养东南亚的导览人才。你讲到强化馆际的交流，培育人才的顾问，没有具体的作为，在你的书面的报告或是反映在预算上都ありません，都没有。我觉得不可思议，故宫是台湾文化外交公众外交的大红牌 superstar， 可是我们的新人新政新故宫却没有反映了对于国家新战略的配套作为。我们是一军，你沦为二军，我们是 superstar， 你自愿甘坐冷板凳。我觉得这样子的思维是非常欠缺，我等一下让您论述。下一页，您首先回应我，我看了这几年来故宫各国团客的资讯，当然陆客在这一两年有锐减，韩客是增加的，日本客少了，欧美客也少了，而当中其实比例上少非常多的就是我们东南亚东协国家的团客，它最高峰在2010年的12.95万，将近13万的高峰，到2015年只来不到2万。东南亚客来台湾的故宫是减少了85%。为什么？在我们全面要迎向小英总统说的新南向，而文化就要打底的新南向，故宫更是一军，更是天王巨星的时候的这个角色，你告诉我，我们东南亚客为什么不来？这几年来，过去国民党政府就在做南向，没有成功。您先告诉我，您的观察，专业观察，为什么我们东南亚客是锐减85%，从高峰到谷底？请说。是。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其实的话，一个博物馆它的话在于它国际上的一个知名度或国际上的一个宣传，它非常重要。故宫国际知名度非常强啊。但是的话，就以欧美来讲，他们的话对故宫包括东北亚，它是比较故宫对博物馆的一个认知比较多，还比较丰富。但是的话，就东南亚确实是比较少。可是东南亚却离我们最近，东南亚跟我们是华文世界的一环，东南亚更是小英总统要全力打造新南向的重点策略的目标 target。 你这样的理由
是过去确实有这样的问题，是它是存在的问题，所以后续方面我们要加强，必须要加强，而且的话要增加管制，长期的一个合作。好，那目前的话，我们是有挑出几个国家，因为陆续我都没有看到，没有关系，来，是等一下让您一并做说明，我看下一页，东南亚客为什么不来，少了85%。您刚刚讲的是一个问题，欧美人都知道故宫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来台湾想看故宫，甚至为了故宫而来台湾。是，但是我们故宫过去的团队对于整个跟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甚至纽澳的交流真的是付之阙如，这个双向的交流是欠缺的，以至于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东南亚的民众更不了解台湾有一个这么棒的故宫博物院。我以2016，也就今年，当然您的责任不大，因为这是过去政府的既定延续性的政策。我们就以文物借出来讲，我们依旧是亲日本、重欧美。你看，我们要去大阪，我们要去东京，我们要去旧金山，我们要去法国，都很好。但是这当中没有东协国家的交流，有一个。就是扩大的东协国家，我们南向政策有一个纽澳澳洲的新南威尔斯美术馆。好，下一页，这是文物借出，文物跟别人借展进来，更惨了，是完完全全没有半个东协或南向国家。我们跟中国是最多介入、最多博物馆的文物进来故宫展览的，我们跟日本也借了不少，而欧美是美国最多。当我们大量的在跟中国引进中国的珍贵文物介入，这也是好事。但是我们同样跟我们这么近的东协国家，没有半个文物介入的规划，这是2016年。下一页，出版品的交流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交流。我这里简要汇整，我们2016年故宫的出版品交流，14间博物馆、图书馆的交流都在中国香港，5间欧美，7间在日本跟韩国。也是没有半个南向国家的出版品交流，非常可惜。这就是过去的旧政府的遗留，而你现在必须迎头赶上，不要把我们的文化的大品牌自甘沦为二军，我们要稳坐一军红牌的角色。下一页，我勉强找出今年您来以后新的故宫出国去谈策展，出国去馆际交流，出国去参加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我们有多少跟东协国家的互动？我也很拍谁，我目前看到你的出国考察各类交流里头，国际考察，你看日本、美国、英国、荷兰、德国、法国、中国都要去，国际会议，英国、美国、加拿大、波兰、丹麦、西班牙、乔治亚共和国都要去，又没有半个。即将在明年上路跟南向国家、东协国家的交流没有，那我们怎么去配合小英总统的文化南向？我们如何去达到你说的让南向国家的民众更了解台北这么棒的国立故宫博物院？所以我告诉你理由在这里啊。下一页，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文化部在做了，文化部辖下也有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有台湾文学馆，有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有台湾博物馆，4个文化部辖下的博物馆、美术馆，他们在预算上，预算反映政策，他们增加了将近3倍在做新南向，就包括馆际交流，就包括文物的介入跟借出，文化部都思考了，而我们的一军还在坐冷板凳，还在牛棚练头啊。下一页，刚讲文化部的预算，这个是文化部具体的辖下各馆所针对新南向的配套政策，包括要办理前进南向国家的国际巡回展，包括要办理台湾文学馆要做东南亚语言的翻译，都是好事。故宫真的可以做更多，而不是每丁每当我看到你毫无动静啊。下一页，我今天是做球给你啊，我具体要求是
贯彻与东协国家、南向国家多元文化系统的国际合作展览；第二，强化推动与南向国家的国际合作研究；第三，扩大结合东南亚、南亚议题，推动以南向国家观光客为导向的策展计划；第四，善用南院。我们南院的定位就是亚洲文化艺术园区嘛，那就是他要来做新南向最好的产域，我们可以多去收藏一些南向国家的珍贵文物，跟我们华人世界相关的其实非常多，我们都没有在做，我们现在要迎头赶上，您回应一下。是，这一部分我跟委员报告，故宫当然的话就是因为文物的一些特殊性，所以的话目前有一些要直接去做展览交流有它局限，因为我们需要司法门扣押，那目前的话所以你要去突破，你要去突破，必须突破新南向不能缺这一角。是，那这个的话是极限了，但是我到了以后还是很努力，只要说他们包括他们的博物馆有人来，或者说相关的他们驻华单位的一个人来洽询，我们都努力去跟院长。我最后二十秒来下一页，是我告诉你简单的，就从简单下手，是导览的部分纳入东南亚的语种，是你们现在没有做，下一页马上可以做的，其实你跟我谈过，针对特定国家配合新南向政策，我们东南亚国家的这些朋友们是不是在票价可以有不同的优惠，这你也说可以启动。 是在下一页很多可行的，包括馆际交流，包括加强收藏南向国家的文物，是简单说就是让南向国家的人知道台北有这么好的故宫，所以你要做领头羊，新南向拜托要做领头羊，而不是干坐二军坐冷板凳，好不好？是，很多工作我也会跟吴委员请教，因为也有一个大的一些方向了，包括年度预算方面。 好，主席已经站着了，那你赶快，我跟你讲哈，原能会啊，原能会很多的文宣针对核能安全都有越南语、印尼语，是连原能会都有这样子的核能安全哦。我们都还我们故宫的所有的导览没有东南亚语的文宣，有越南是不是？那很好，啊，拜托哎，让原能会都会当走。有文化、外交、新南向、故宫，北部院区的话也会集头。赶上，好，多谢，我们再私下讨论，一起加油，谢谢。导览的部分哦，东南亚国家语系的确实要增加了哦，这是真的哦，这提过好几次。接下来咨询的是钟嘉宾委员。主席，各位与会的先进，列席的机关首长官员、工作伙伴、媒体界的女士先生啊，有请我们院长，谢谢。院长请。钟院长早，来，文物你很熟嘛哈？那个黄金，来看一下，黄金喜不喜欢？黄金文物重要还是黄金贵重？这当然文物重要。不错，我现在给你看的是一个美国纽约的黄金储备仓库。这个仓库的功能呢很有趣，在过去金本位的时代啊，各国的中央银行它发行货币的储备用黄金。但是黄金呢，没有放在各个国家之内，它美国提供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仓库，每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有自己的库房，是。然后呢，当他们在做汇价有差异的时候，这个黄金呢就在那个地区的甲国跟乙国的仓库之间流动啊。我觉得这个观念哈蛮不错的哦。也就是说，美国提供了给各国黄金交换的一个安全保存的储藏空间，是。你觉不觉得？故宫里面的宝藏绝对不亚于这些黄金的价值。当然哈，好，是。那因此呢，我就觉得呢，你们故宫啊，人家在保存黄金花了这么多功夫，提供这么好的服务，我们看看故宫的典藏空间哈。我们故宫的南院跟北院呢，虽然南院的面积土地面积较大，但它使用的空间呢，目前还是北院比较多。那以展示空间来讲呢，也是北院比较大，这当然了，南院是比较小的嘛。那以典藏空间来讲，就差距悬殊啊。北院的典藏空间目前有2489坪，南院只使用了908坪，而目前的典藏件数呢，当然北院为主哈，故宫的本院为主啊，它有69万多件，南院呢目前不到2000件。那也就是说，一个坪啊，一坪的典藏空间呢，必须典藏205件的文物。就目前为止，
院长，您觉得以本院来讲，典藏空间足不足够？目前的那个北部院区也不够，北部院也不够。所以你有什么规划构想？北部院区当然未来我们在北部的一个整扩建计划当中，会把现在的行政大楼全部改为那个典藏空间。另外的话，未来我们希望在兰苑那边有一个国宝文物流通中心，在那边强化我们的整个保存的空间，让文物的话更好的一个保存，也更好的一些展示，跟民众能产生更多的互动。好，那你请教一下，目前在本院北院啊，已经陈列的展示的物件，跟你实际典藏的比例大概多少？应该现在差不多4000件左右，那有61万件，所以是250分之1左右吧，就是1/1000啦。对，所以要故宫有1000份文件，文物只有4件拿出来可以给大家看，是，那所以看可以看到250年就对了，所以你需要很大的典藏空间嘛。哎，是。好，那但是呢，我们同时来看，因为故宫现在已经有南院了，那我们看到呢，南院的展示空间呢，可以有效的将北院大概4成的文物可以在南院展，但是南院所具备的这个典藏空间呢，只能够容纳不到1/4的文物，所以我个人觉得呢，你们南院的典藏空间呢，因为它土地面积较广嘛，对不对？它有很大的腹地，很多它发展空间嘛，是不是未雨绸缪、长远规划？除了考虑到北院的典藏空间需要扩充之外，南院也是应该先传起来蛋呢、啊。你觉得有没有必要？有必要，而且的话，一方面的话，原有的那个典藏空间就是比较少，就空间的话，它已经不，将来的话很难，一定不够啊，哈、哦，对，就本身用的不够了，对不对？另外的话，就是说国内的话，我们有很多的话重要的文物，其实的话都没有很好保存空间。那我们今天可能说都有共同的默契哈。其实目前故宫在我们国内的博物馆呢，你们是文物保存专业领导的地位，因为你们保存的东西价值历史最悠久。是。那也就是说，你们是唯一设有文物保存维护部门的博物馆。可是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文物保存这个是专业，但是有很多文物啊，在我们看看，在文物有的是在国民党的党史馆，它有10000件文物和史料珍品，它的恒温装置呢用中央空调，但是就报载了解啊，这些珍贵的文物目前在民间团体所保存的呢，他们放在柜子里，下了班之后呢，电源关掉，是，我就觉得很有趣哈，我要讲一个跟这个有点相关又不是很相关的。我过去在担任屏东县副县长的时候，我们曾经将我们屏东很好的水产品，好、哦、台湾雕啦这些这个水产品呢，我们用急速的低温冷冻，用-72°C，这样冻下来的鱼啊，解冻之后，说的夸张一点，台湾雕如果没有宰的话，你把它活活的冻起来再解冻还会跳。但是呢，我们拿到北京去行销的时候呢，我们的水产商就说奇怪了，我们这个鱼很新鲜啊，为什么经过了海路运输之后，你们送到北京的这个通路商放在那里，为什么买回去的人都说肉质不够鲜美，没有那个鲜度呢？后来你知道发现什么原因了吗？我们后来去查、啊、因为呢，我们的鱼产品放在他们的冷冻柜，他们的做法一样，下了班之后为了节电，冷冻柜的插头拔掉，第二天重新来啊！你说皮的呗，看不安那啊？我们的文物可以耐得起这样的折磨吗？你觉得这样可以吗？这样专业吗？如果以文物保管，下班之后把这个恒温插头拔掉，这样的文物有办法保存吗？其实的话，台湾的话，因为亚热带地区湿又热，对啊，所以的话包含到地震也多，没有错，所以天然灾害多，对文物的一个保存或维护环境，其实的话要有特别的一个思考，尤其重要文物或者说我们国宝，应该有给它妥善的一个保存维护的空间。我想不止你这样想哈、哦，监察院呐、啊，在1993年就对我们的台湾博物馆呢做了一个纠正案，他就指责啊，他们缺乏专业人员，影响文物的保存维护，所以呢，在下一呢，在2014年呢，台南的文资处啊，去清查一个郑成功博物馆，其中有100件因为保存环境不佳，被剔除了这样的文物典藏品的资格啊，这很可惜啊。你看郑成功时代的东西到现在，结果因为保存不好，就化为乌有，跟一般的废弃物没什么两样，非常可惜。那我再请我们院长看一下哈、哦，目前台湾的公私立博物馆有将近600家。
中南部就有200多间博物馆，很难想象哦，公私立的哦。那请问一下，你知道这哪一间有跟故宫一样等级、跟北院同样等级的典藏空间吗？有没有？几乎很少了，就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会比较好一点。好、那其他国美馆也比较好，高美馆也这几个还对。那其他的都不是很理想的一个典藏空间，就文物来讲，是包括的话，文物因为刚才委员也提到，除了我们。整个保存环境以外，另外维护的这一些专业或者说修护这一部分也需要有人去支援，那整体的一个资源整合方面，确实的话，假如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保存或修护中心，会对我们整个这些台湾的文化遗产会有很大的帮助。好，院长，我看你一向很谦和，但是你刚刚讲这番话的时候呢，有一点点跃跃欲动，要毛遂自荐的味道。我请教一下，如果你自己不客气的说，目前国内各个公私立的博物馆典藏保存做得最好的，人家说让专业的来，贵院算不算专业？我们的话就以修护跟保存的方法来讲算不错，但是整体的一个环境，因为场地跟设备呢就很不及格了。不及格是你的标准高，那如果您都不及格，那其他的怎么办？那你们现在是不是要让你们的场地保管的典藏的库房要提升？是不是有这个计划？这个有正在拟这个计划。明年的预算有编列吗？明年的话，因为计划它中长程计划必须要先由行政院核定，那以后才有办法编。那也就是说后年才有，后年才有可能。明年我们会先规划。OK，是。那这个很糟糕喽。我们刚刚看到有100件郑成功博物馆的文物因为保存不佳被剔除了。是。那如果你这个明年计划没有排，后年才能开始编，然后呢？要等到好几年才能执行，哎，我们很担心，哎，这些历经千年的文物会不会在未来这几十年因为保存不佳而因为这样的而损失，会不会？所以我们希望加快了，尤其在假如说中南部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样保存维护的一个空间，另外它也可以做一更开放的一些展现，包含到呈现到我们的文物的一个就典藏空间的一个对外的开放修复的一个过程，让民众的话能也更多的接触我们典藏空间或维护空间，这个对文物的意识的提升哦，维护意识提升会很有帮助。是，所以呢，我刚为什么一开始讲那个纽约哈、他那边的黄金储备啊，是连黄金哦，咱台语讲白草莓烂物件哈，他们都用集中保管提供这样的服务。美国出来提供各国的中央银行呢，它在储备上的调度当然是基于方便，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故宫博物馆作为一个国内公私立博物馆的龙头，你们也进去有专业的能力，目前的典藏的设备虽然有不足，但是也是目前国内最好的，那我希望呢故宫呢把这件事情揽下来，也就是说不是叫你们做中央厨房，但是至少你们可以做中央的冷藏仓库啊。你们如果在北院扩充足够，南院也不要只顾自己的典藏品，你们可以扩大，不要说只做我故宫的收藏品，你把中南部这些博物馆需要的典藏空间一并规划在你们所需要的空间当中，你们可以帮其他的博物馆呢维护保管他们的文物，你觉得这个可不可以是故宫的一个使命？是，我们的话整体哦，不仅我个人啦、内部的同事也都觉得说这一部分的话，我们要有责任使命去把它落实，让我们文物的话能做最好的一个保存，对整体的博物馆事业发展有益的，我们都很乐意去把它承担下来。那你们目前，在本院的部分，在北院的部分，未来打算投资多少预算来扩充到多少样的容量？然后你们南院又有怎么样的工作时程？打算也比照来扩充？那你们有没有先做对中南部这些博物馆的需求，先预做个一个需求调查？有没有？目前大略去了解了哈，有一些的话，博物馆因为以前包含到，因为工作的关系的一个服务，那了解到，目前普遍都是不足了。那我们的话会努力哈去整个规划啊，这个未来在南部、中南部部分，包括其实的话，北部有一些也有需要，那我们都会透过那个一些平台加强大家沟通，然后也让
大家了解到现在一个典藏文物空间跟民众的一个互动，或者说它整个宣导文物那个维护意识方面需要的话，整体让大家也能理解未来的一些趋势，然后好好规划这一些保护文物。所以院长，虽然过去我们本院多数委员的咨询也肯定说大故宫的观念把它终止，是，但是故宫不是自己独大，故宫要作为一个公共典藏这样的一个供应者，是，您是不是可以承诺往这个目标来努力？是的，我们的话很愿意来承担。那就拜托你，我待会有个临时提案，就是要求你们赶快调查相关的需求。是，故宫不是独善其身，而是要兼善天下，好不好？博物馆是一体啊，是。谢谢。好，谢谢钟嘉宾委员，谢谢院长。接下来咨询的委员是蒋乃馨委员。好，主席，有请院长。好，有请林院长。蒋委员早。我想南故宫啊，是从去年十二月开始试营运，是正式营运是什么时候？正式营运我们规划是从今年的十二月，因为整个工程我希望验收告一个段落，然后我们开始正式营运。那你觉得十二月以前可以把它验收完毕吗？昨天我还请教我们营建署，他们是说十一月十三号会复验。对，他们的话还是复验的话一定可以过吗？他复验这一部分，他有一部分假如要修也在十一月底，他当时是就说十一月底，所以就是十一月份的话，哎是，就是有问题的话也不是大问题，都是小问题，是是不是？是，如果有大问题的话呢？有大问题，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有关于那个防火漆的这一部分。那防火漆那一部分，这个我昨天也跟营建署署长、副署长他们一起讨论。这当中那个防火漆将来怎么样的一个处理？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说它必须要如此的一个这个就是很完善，能保护到人民的一个安全。你觉得吗？现在如果照报纸媒体这样登的这种防火漆，可以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吗？可以保障你典藏的物品以及展示物品的安全吗？目前的话就防火漆的话有两大类，因为刚过的防火漆，那假如说隐蔽类的，像我们展场里面它都有一些天花板或者装饰性，它的话防火漆的一个用的方式是防火披覆，那一些的话并没有用到目前我们那个。那刚过的呢？刚过的它是刚过部分，对呀、啊，披覆刚过部分的防火漆怎么办？目前的话用到那个我们讲 N 气那个实业公司的，是在公共空间，也就是说屋内里面的室内外露的钢骨。为什么钢构的防火漆跟室外的防火漆是不一样的？它的话，因为一方面在用的时候考虑到它的一个防湿或者防腐，另外的话它也考虑到它那是一家承包厂商做的吗？它是由那个立明营建，就是它营建厂商，它去找下游。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照一般工程的常识来讲，它怎么可能我光购的光防火漆我用正牌的，我景观的工程的部分我是用假的，不可能嘛？我要用就是通通一个牌子嘛，一个厂商一起供应嘛。是，现有的钢构的防火漆，如果发生问题会怎样？钢构防火漆哈，它因为我刚才跟委员报告，就是它有两类防火披雾的话，它那个哈利润比较没有那么高，因为它有已经执行非常久远，所以它的那个材料方面哦，这个在验证或者说在检验上的话比较不会问题，所以那部分的话我们现在展场都用防火披雾，但是的话防腐薄膜它新技术或新材料防火跟你器材这隔间的防火那是不一样的东西，是不一样，对不对？是，所以你隔间包括你的窗帘你都要用防火材料嘛，是，对不对？目前的话是，可是钢构本身要喷上防火漆的时候，
那个又是一件事嘛。是他的话是迟延他的一个溶解速度。钢构主建物的钢构上面的防火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主钢构，因为他的话就是要看他有没有有利可图可图，所以的话那些就是说其他的哈，是你不能用这种是外行人讲的话。哎，你这种人是外行人讲的话。是，你应该要确实的去了解，是主钢构结构上面的防火漆是用什么牌子，是用什么的材料，是不是看它有没有利润的？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利润？这因为一个工程的利润从哪里来？很多的方面向都可以来啊，是，对不对？那每一样材料，可是钢构的防火漆，钢构为什么要用钢构？地震用钢构很好，是环保，是重量轻。载重大，可是钢构一碰到火就发生问题，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热胀冷缩，它整个膨胀，是它的结构就影响整个建筑物就会垮掉，所以钢构上面的防火漆是绝对不可用假的，而且要有一个小时的防火，对，至少一个小时，对对，是。那你今天你主钢构这防火漆到底是用什么牌子？符合不符合标准？有没有用假的？你的景观桥上面的防火漆是不是用真的还是用假的？这都涉及到整个的安全的问题。故宫不能不知道啊！将来发生事情是你，是你不要认为营建署在帮你做，所以推可以推到营建署。故宫是主体。当时为了南故宫，营建署的副院长还聘一个工程界过来的人，责任不能不小啊。是昨天的话，所以我们也有讨论，钢构的防火漆到底有没有问题？院长，是目前的话，钢构，你还是只是听营建署讲的话，你自己有没有去了解？钢构的防火漆有没有问题？目前的话有三种嘛，就钢构方面，那就包含刚才我提到，就是说比较目前对嘛，我只是问你，你知道不知道目前钢构上的防火漆是用什么厂牌，有没有问题嘛？是这一部分有请教他们了，但是他的话就是说请教营建署，请教营建署，营建署自己都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了，是。营建署自己做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了，你还相信营建署吗？你还能相信他吗？你故宫要不要自己去了解？是我们的话在找专业整体，你当然应该要有个另外一个专业来讲，是建筑师监工，是建筑师应该知道，营建署有派人监工或者是委外监工的人要不要知道？是，对不对？这个都涉及到公共安全的，是发生意外的时候，发生问题的时候，这个责任谁来负担？另外一个漏水，我们上个会期，我们教委会到南故宫去看，是那个时候就说要修漏水，修到现在还没修好，修好了吗？已经修好了，修好了，是什么时候修好的？这一次的话，那个梅基台风以后，因为也有一些新的，包括它因为侧风压的关系，所以的话有很好一个考验哦。那整体上这一部分的话，我们一项一项的话都要求它改进啊，所以的话就本来是在九月底就应该整个那个修好，九月底你验收就没有过嘛，就是因为漏水没有过嘛，是。对不对？你九月底的验收就是因为漏水没有过嘛，所以十一月十三号还要再验收一次嘛？是11月13号。十一月十三号验收是由哪几个单位来验收？它是由那个就营建署它主持，然后有邀请各界的那个哪些哪些所谓的各界，包括大原营建啊，建造啊这些建筑师本来就是应该要的。哎，还主计政风相关都会。审计部有吗？审计部的话，他没有，但是的话，他主计处有。审计部为什么没有？审计单位达到一定金额以上的审计部，一定要邀请审计部参加。这最后一次验收一定是审计部。对、哎，我们的话，我担任民意代表以前，我在台北市政府工作，会再提醒营建署。我办过多少次的验收？是。
所以我很清楚。是，他们的话应该最后的验收，审计部一定要参加。是，我们的话如果没有审计部的验收，你是无法办的，因为他们是也是很专业的那个营建单位。所以，就是孙院长，今天一个漏水，是一个防火漆，我觉得你故宫真的是水火同源哦。又在嘉义嘛，怎么会出这样的 大事情呢？国际的知名的建筑物，绿建筑物，一个玻璃的帷幕都做不好，还会漏水漏到这个样子。我知道，因为它表面上的我们上去看过，施工不好做，可是既然要承包要做，就应该把它做好。哪里有到现在 还在漏水的？然后现在防火钢结构的防火漆又发生问题。媒体报道的是钢结构主建筑物钢结构的防火漆哦，是这个不是你讲的虚量体的防火漆哦。他的话，因为所以你今天目前用到你们应该要自己要去整个去了解一下。是，如果主建物的防火漆也是有发生问题的话。我们全面检查，不是全面检查，是马上停管。马上必须要停管，停止营运，懂吗？这个就是表示你的今天的南故宫的结构发生问题了。结构上，因为它漆的话，防火漆，它只是说延迟的一个作用了。那整体结构，拜托院长，是。发生火灾的时候，你的防火漆没有发生效果的时候，马上就垮掉啊！为什么要延后一个小时？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内不会发生问题，让大家能够疏散的。是因为昨天我也请教他们，就说你有没有去了解防火漆的功能？延迟的一个作用，对嘛？延迟嘛，的话让钢结构的结构室内装修延迟一个小时发生问题嘛？在一个小时之内，防火漆的功能一个小时之内不会发生问题吗？是。让它的承重不会发生问题吗？可是当没有防火漆的时候，被火烧的时候，它在膨胀系数达到一定标准的时候，它结构就产生问题，结构产生问题，房子就会垮掉。当垮掉，里面的人怎么办？所以就是要有一个小时，让下面的人员可以疏散呢。是。就昨天我们也针对这个状况有讨论。所以这个部分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所以院长，我在这边建议。防火漆如果钢结构防火漆没有办法确定的时候，下雨没有办法解决，我真的我建议你停管，是把东西通通弄好再说，是否则的话发生任何的事故，院长你要负完全责任。是，你会吗？你可以吗？你可以负完全责任吗？那当然不是负完全责任就能把它，你当然要负完全责任的。你是今天的院长，我今天要在这边提醒你了，以后你还要继续这样做下去的话，你当然要负完全责任了。就是说负完全责任是个事情，但是我是期望说它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去。你不敢负责任嘛？不是说不敢负责任，你不敢负责任，当然就是要负责任。你不敢负责任，你就不会去面对嘛？你要负责任，你就要去面对嘛。当然负责任啊，就是你要去面对这些事情。负责任的话，这个的话防范上，我们还是要把整个那个意外的话能防范，然后保障人民的一个安全。这个是我们的话最大的责任。我希望你立刻去了解，是主结构体的钢结构的防火漆是到底是用什么？是，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事情，希望院长你赶快去做。是，谢谢委员。我希望你把一个礼拜以内，把你了解的状况书面给我。是，好不好？好，谢谢委员。好，谢谢江委员。那请院长回座。接下来由黄国书委员进行质询。来，黄委员。好，谢谢主席，请林院长。啊，有请林院长。院长好，委员长好。你上任以后，这个220亿的大故宫计划现在确定不推了吧？对，不再提了。那我们现在要推30亿的新故宫计划，也应该这样说了，整建扩建嘛。对，是。好，我想要了解一下哈，这个大概是这个基地的位置图了哈。
我觉得比较有争议的是这一个所谓的艺文推广中心、艺文服务中心是啊，其实它就是要盖卖店嘛，哈、啊，好，即便它有可能不需要经过环评，但是它还是用在大故宫原来要推动的那个基地位置上，是，所以还是要跟当地的居民沟通。我不知道这个计划有没有开始着手啊，跟当地的一些团体、当地的居民开始有一些互动了解，听听看他们的意见，不晓得有没有？有，我当时他们有来跟我讨论过了哈。那其中的话，他们很担忧艺文区的话大量开发，另外的话就是说地下停车场的一个开挖，所以的话我们这一部分其实都没有。现在的话几乎是全部低密度，而且好开发的一个方式去发展。好，跟当地民众的沟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未来还是我了解现在的故宫哦，我们的典藏展示中心的空间其实都不够，是，所以的确有这个需求，是。但是我们要去思考，我们是不是穷尽了所有可能的方法，把所有的空间都腾出来，要来解决典藏跟展示空间不足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所有方法都想过了？今年五月的时候，我有提到啊，我们有非常多的出版品啊，特别是故宫月刊啊，太多的堆积如山了、啊，堆了好几栋。101大楼，好，故宫很好啊，马上就办了赛书节，是，卖了多少本出去了？赛书节七十几万，有那么多吗？八万多本，八万多，卖了八万多，哎、哦，是，很好啊、哦。那现在还有多少呢？还有多少啊、哦？我们故宫的出版品除了故宫月刊，当然还有非常多的书籍，还有很多的。仿制品、画心、图片、明信片，还有光碟、哦、有这么多的出版品啊、哦、现在我上次讲了以后、哦、上次是还有72万件，那我讲了以后，现在还有56万件的出版品啊，这是故宫你们给我的资料，还有56万件的出版品呢、啊，那你们用什么地方来放？好，我再秀给你们看啊。哦，我还是强调，我们要穷尽所有可能的方法来解决空间的问题啊！这个地方，这一栋啊，就在故宫本馆的后侧这个地方啊，本来是要放故宫月刊还有蔡敏芳柱哈。好，上一个啊，这一栋大楼的地下的车库，现在还是放这一些故宫月刊跟故宫商品的存放处啊。好，下一张啊。这一栋的一楼啊，现在还做10亿多媒体出货的仓库，是10亿多媒体跟我们合作吧？总仓他代办，代办，只有商店的一个贩售跟网络的一个好，他代办嘛，他还有非常多的这一些货品要等待销出，还是用我们这一栋的一楼。是哈、哦，当仓库，这个都图片了。是这一栋的地下楼跟一楼现在都还在当仓库。好，下一张哈、哦，这个是第二行政大楼，行政大楼的 B1 跟 B2 全部都还在放这些库存的书籍，都还在啊。好，再来啊、哦，后面最后那里还有一栋，这个也不知道什么名称哈、哦，整栋建筑物的3层楼。全部都还作为库存书籍的存放处，都还在。我们啊，故宫本馆啊，我们有非常多的面积，很多的空间，其实现在都还当作储藏空间使用，太可惜了。好，好，我要特别再提哈，我们是不是穷尽所有的可能的方式啊？好，再来啊，下一张啊，好，去年。故宫南院开幕，庆祝故宫建馆90周年。冯明珠院长啊，突发奇想，做了纪念酒，跟金酒合作了哈、哦，总共生产了4款酒哈、哦。第一款花间一壶酒，这个酒款啊最贵，卖6万多块钱啊、哦。当时跟金酒啊进了499瓶，现在只卖出38瓶。第二款酒，我爱嘉义，
就是为了纪念那个嘛，故宫南院开馆嘛，哈，售价也蛮贵的，一万多哈，进货量进了100坪，卖了70坪。好，下一张啊，生平乐事这一款酒，2万多，都很贵的啊，进了100瓶，只卖了36瓶。好，再一款，这一款啊，故宫南院元年这一款酒啊，进了701瓶，才卖66瓶。也就是说，我们去年生产这么多的纪念酒啊，总共进了多少瓶啊？总共进了1400瓶，卖了210瓶。那还有多少？还有1000多罐呢，还有1000多瓶哎。现在放在哪里呢？我给你们看，现在放在哪里？好，我们还是把它放在非常重要的地方哦。放在哪里啊？放在员工消费合作社的日用品部的卖场啊。这之前嘛。啊，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还是把它拿来放这些酒啊。好，消费者解散以后回收，我们啊加装了监视器、消防设备，而且还跟他保险，保了什么险呢？保火险、地震险、台风险、水险，所有的保险可以用的全部都保了啊。还不止这样哎，还恒温、恒湿，还空调。我第一次听到啊，高粱酒还要恒温保存的。我是吃到很贵的红酒，可能需要了酒窖啊。全台湾大概只有故宫会把高粱酒用这样子的规格来保存，恒温恒湿。我们把这些高粱酒当成国宝在典藏啊，这个空间不就这样浪费了吗？好，我再问一下。我们当时进价的时候，我们怎么跟金酒拆账？怎么拆账？这部分是不是请我那个徐处长，文创行销处徐处长答一下？跟我们报告，我是文创处处长，徐孝德。好，那个当时这个授权案是跟法兰子、还有金酒、还有我们故宫三方面三方合作，所以对。对，就是三品牌合作，好一个授权啊，授权嘛，对。那我们获利什么？获利我们就是权利金之外，还有就是说故宫也承权利金有进你们的账吗？有吗？对，都有。然后就是我们故宫也有承诺，就是也要卖一部分的酒。好，就是有那个销售的盈余跟权利金两种收入。好，它是一个联动的公司。联动好，你知道吗？为了保存这些酒，也许我们收了一些权利金，收了多少权利金，知道吗？收50多万，到目前50多万。50多万，你为了要储存这一些酒啊，纪念酒，成本是多少？远远高过50万啊，远远啦、啊。你要放多久？你放个20年，我看成本都超过好几百万了、啊。5年的一个期限。跟委员报告，这个合约是5年啊。5年，好。5年加2，就是也是可以7年，但是我们今年是刚到目前为止刚好过1年，那卖200多瓶嘛，那我们预计只要用这样的一个销售速度，5年还是可以把1400瓶把它卖完，应该不会囤积太久了。我们现在还有已经有李副院长召开会议，我们有你、那個、好，那你告诉我你那个行销策略。好，你怎么样把这一些酒卖出去啊？我们现在你告诉我，透过我们20，包括我们南北燕的卖店之外，还有23家的承销商，那鼓励他们多卖，他们只要多卖的话，好，我会给他比较好的一些优惠。为了要放这些酒，我们付出多少成本？恒温、恒湿、保险、监视器，没有恒温了、啊，是有用空调了。还有有空调啊，对，这你们给我的报告就这样写啊。还有2道防盗锁，因为那个酒比较昂贵，所以说都没有人要，卖不出去了，还要、那个、还多贵啊！我看啊，你们用这样子的规格去放，去对待这一些卖不出去的纪念酒，用这样的规格，我觉得这个故宫都必须检讨。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也就是说，我们在推动故宫整建新建的这个工程之前，是不是可以我们把所有的故宫可利用的空间先盘整一下，哪个地方还可以再来利用，就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只好来扩建了，为了管物的需求。可是你现在还有明明还有这么多空间在浪费做无谓的使用，这个不合理了。那你现在跟我们讲说 OK， 我们需要推动这个新故宫的扩建计划，我觉得这个有问题啊。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请院长，是你们再处理一下啊，你们可能要再去了解到底还有多少空间是这样浪费掉的。是国宝文物部分的话，我们需要有完善的空间了。那这一类的空间我们怎么样善加运用，包括到我们将来包括行政办公空间，这些的话我们都会盘点，好好规划，不要让它浪费。是这一部分我们会回去好好盘点。好，我们为了因应这一些无谓的储藏空间，不只是空间浪费啊，我们的管理的成本也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好不好？请故宫针对这一些库存销不出去的纪念酒，你们提出处理的方案。好，是，可不可以？可以，好，可以。你们在一个礼拜以内提出处理的方案，那个空间如何再利用？那一些无谓的储放这一些出版品的空间如何再利用？请你们提出一个计划来啊，不然的话，这一个推动整建的计划，我想大家是会有意见的，是，好不好？好，谢谢委员。谢谢黄国书委员，谢谢院长。那接下来质询的是李立芬委员，我们在李立芬委员质询完之后休息五分钟，谢谢。主席好，麻烦请院长。院长请。李委员好，院长好。院长，其实从今天你的报告当中，真的有看到院长你的很多的想法跟企图心，是希望带领我们故宫走上更好的一个发展哈。所以这个部分要跟院长先肯定哈。那在您的报告当中，其实有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故宫接下来会要加强国际的交流嘛？是。对，那在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我比较好奇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为了要在增加这样一个国际的交流，你预计要打算要设置一个故宫国际交流推动办公室。是。那我比较好奇说，这个办公室预计要做什么？那是不是因为可能刚刚时间的一个关系，我不知道说院长你能不能再详细说明一下？是，谢谢李委员。其实的话，目前故宫那个在国际交流方面比较被动，就是说整个业务的一个分工方面也分散，那所以的话有很多经验没办法累积，然后也没办法去做整体的一些行销，所以的话我去到故宫以后开始就在思考，我们的话应该比较有系统性的去做我们的那个交流，尤其的话故宫它有这个能量是可以好好去行销台湾的文化，所以目前未来在整个那个办公室有五个重点工作，一个的话就是希望统合行政，因为现在行政的话，比如说有一些合约的话要在秘书室，然后有一些那个文物的那个相关的一些办法又在什么登保处，所以的话就说希望能统合行政工作，然后累积我们的一些行政的经验。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希望主动策展，不是被动来受邀。我们的话，能不能有更系统的介绍故宫或诠释我们的一个文化？所以的话，这个是那个。那未来的话，我们也会规划有一些主题展啊，然后联络一些博物馆，缔结成为姐妹馆，好等等，然后加强国际行销，大致这一些工作室。好，谢谢院长的说明哈。那这边也想要请问一下院长，那请问一下，谁会来领导这个办公室？是院长你要亲自上场呢，还是你还是会聘请专业的人员来担任这样一个角色？这一部分包括他有一些他必须要整合到我们一些民间的那个
或者学术单位，比如说我们在谈策展，我希望说将来有策展委员会，那应该的话针对比如说我们新南向那这一些东南亚国家应该策哪些展，然后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一个主题性或者说方向的策展，那这一部分的话会结合外面的，还要结合外来的专业人士。可是院长，可是我看你在106年的预算编列好像没有这个计划项目，还是编在什么地方？这里面的话是内部的一个单位，当他策展的时候，他需要的那个策展人，他相关的差理会或者什么 是可以由我们业务会展览的相关处事的业务会去规划，因为其实在策展当中也有包含到研究跟选件的问题，那这些会用在平常年度预算里面是可以去灵活应用。好，院长谢谢说明。首先我是肯定你们要去把这样的一个工作去做整合在一起，可是我会期待看到他要更有系统的更清楚这个办公室你们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啦。那我想说其实在做这样一个国际交流，其实它很重要的其实就是它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来担任，所以其实如果我们都还是靠兼任的还是外来的专家学者，我还是觉得说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效益，我是觉得也比较担心一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请院长未来在做这个办公室的规划的部分，还是要再更加的去研拟一下，说我们怎样子让这个制度能够做得更好啊。那再来就是说，既然提到这种国际交流，我不知道说院长你预计你们的产出，就是这样的一个国际交流，你们预计会创造多少产值？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估算过？是我们的话推介出去嘛？推介的话，以往的经验，包括像几乎的话没有像比较套装的一些，我们讲的就展览，所以的话去国际的话巡展或者让人家借展，那以往都是用合作展，跟国际博物馆他借的话免费，然后我们借免费，这样一个形式。那未来当然，因为我也来了5个多月，接了好多的那个国际的博物馆或者相关的国家，他们也希望说借展，但是我发觉就是说，因为展览当中我们的话要考虑到那个效益，一直借的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负担，但是要借能不能也付给我们钱，也就是说我们的话也可以卖展，那这一部分有在思考，未来办公室方面也会来规划。是，对，其实我们看很多的展览，其实可能都还有很多周边产品的效益嘛。是，那这个部分其实都是我们未来在做这种国际交流都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哈。那在这个部分呢，也要跟院长来讨论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些国际交流，其实你在报告当中也提到说目前规划是要跟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澳洲、加拿大等6国 会有这样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是，那其实刚刚吴思瑶委员已经有提到说好像我们忘了南向的，对对对对，那其实我的看法还是跟吴委员一样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交流不应该只是局限在跟这些欧美的博物馆进行交流，我们应该要回到我们的邻居哈。那特别现在是新南向政策，我们应该要跟这些国家能够多一点的交流。那特别我会觉得说，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那个故宫南院，它其实就是一个要作为亚洲艺术文化的一个很独立的一个博物馆了，所以其实跟东南亚这些国家的一个交流其实是更加的一个重要哈。那其实刚刚部长那院长好像有提到说，有考虑要跟其中一个博物馆交流吗？还是目前也是都还没有？目前的话规划，我有把它分优先跟次优先的。优先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包括有管道，包括到有一些已经跟他谈了，已经未来的交流方向比较确定的。是。刚才像那个2018年到那个澳洲的新，威兰是新那个叫澳洲的。新南威尔斯博物馆，新南威尔斯博物馆，这个馆以外，另外的话，我们目前包括像印度，
好，印度的话，也谈到就未来的话，我们先做研究，然后他们展过来，然后要去扣五斯瓦门扣，要我们到他们那边展。另外的话，新加坡艺术博物馆，还有那个柬埔寨方面，我们透过华国远东学院的一个协助，会有很多的一个合作。那一些比较次优先的话，像越南、泰国或者一些中东啊、地文这些，我们也会努力。是。好，看来院长也很清楚我们东南亚的一些博物馆哈。那我这边有找到一个资料，就是我们台湾艺术大学他们的博物馆研究发展中心，其实他已经把我们这些东南亚国家主要的一个博物馆，其实都有做一些了解，跟介绍了哈。那我这边也提供给院长，就是说，其实你们是可以考量跟这些博物馆来进行合作跟交流的哈。是。那再来就是说，我觉得我认为故宫跟东南亚交流对双方来讲都是互惠的啦，因为我们可以让我们国人了解到东南亚文化，那何况其实在台湾我们很多的东南亚的新住民还有二代，好，透过这样一个交流也可以让他们认识他们母国的一个文化。那其实我在也看到我们今年的那个预算编列，其实我们在收入的部分好像门票也是增加的嘛，预估是增加的，可是我们都知道说陆客现在其实是减少的，所以对故宫来讲我们也是要拓展我们的 门票的收入，它是南院，因为南院它正式营运，是好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这边要提到的部分就是说，我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在整个南向政策，我们会希望吸引到东南亚的观光客来到台湾，那现在交通部观光局还是很多的旅行业者，其实他们都是到这些国家去做旅展，去就是去吸引这些旅客能够来台湾做这样的一个旅游。那我不知道说我们故宫可以配合这样的一个旅展的一个行动，去让这些国家的人民知道说，其实来到台湾是可以看到这么好的一个收藏文物的一个收藏，可以来到故宫。这一部分的话，跟委员报告，我们也努力规划了。不仅的话，就是说搭配我们旅行业者将来提供，包括他们套装的一个行程，免费的一个提供也都行。另外的话，我们也希望努力能不能结合其他博物馆，让他的话透过那个我们的协进联盟，提升我们博物馆有一些友善环境空那个或者参访的一个那个展示内涵，然后吸引更多的东南亚或者说外国的那个游客来到台湾，也欣赏台湾的文化。是，因为我们其实国人很喜欢去日本旅游，我们常常看到日本他们做的方式就是说，他会结合交通票还是跟博物馆的票券是一起绑在一起的。那这个部分其实也可以请故宫可以参考哈，怎么跟我们的观光局还有跟我们的旅行业者一起来合作。那另外我要这边再提到就是语言的资源的问题哈，因为我看到我们现在故宫的官方网站，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提供了9国的语言的网页，包括中文、英文、日文、法语、德文、西班牙语、韩文、俄罗斯文、阿拉伯文。那同样的还是欧美国家，没有我们东南亚国家。目前南院的话已经有东南亚3国的语言，越南还有泰国。那未来的话，对，我们现在是讲官方网站，对、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考量？是，好。那语音导览有几个东南亚的语言的吗？现在南院镇那边有4个，那北院的话，我已经请我们教育展支处的话，从越南、泰国这一些先做，就明年的话也会完成。好，所以在这边也具体建议院长，是不是我们可以增加越南、印尼、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是，至少是从这5个国家是不是可以开始做起，然后包括网页、文宣、语音导览，是，好，导览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可以来做规划？是，可以。这个部分院长是不是可以能够做到，是不是可以？这一部分我们会可以做到，是。好，那就麻烦如果有比较具体的一个规划的时候，是不是把相关我们的话出版或出来的话也送给委员，给我们指教。OK， 好，谢谢院长。好，谢谢李立芬委员，谢谢院长，我们休息5分钟。
我想问一下那个北院的部分啊，是所谓的扩充的比较开阔一点，其实有点像授权开始。但是他到最近只是四月中，我讲三万四，然后可以用。你这么好，你放这么多大工程，你是怎么做的？你是我没有把你的那个关系给你救出来。不会吗？还好。对，我说一下。
好，那我们要继续开会。好，不好意思。好，接下来请陈学胜委员。主席、院长、本院同仁，大家好。院长请。麻烦院长，谢谢。委员好。院长好啊。我先开始先清一些旧账。是。啊，这样才好进入后续的哦。第一个，那个前院长冯明珠回来之后，你们做了什么样的行政调查没有？有没有做什么处分？除了缩减他改变他去大陆的这个时间之外，那么你们有没有其他的处分？他有没有涉及泄密？有没有涉及卖台？这一部分哦，因为并不是我们查的一个范围了。他最主要就是说，他任职的部分，他有没有违反我们那个两岸人民关系法？我念给你听了。故宫在9月10号发了一个新闻稿，说经主管机关陆委会初步认定，北京故宫研究院属《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第二项禁止之机关。故宫应就冯前院长启动行政调查，是厘清其任职实质内容后依法处理。要启动行政调查，依法处理有与没有，你要还给人家一个公道。我只问你，你们启动调查没有？我们的话是有调查，但是的话就针对冯院长他一个书面的一个回复，但是的话，因为内容包括到这些任除了对岸的任职机关，他一个属性方面，其实的话，我们那个资讯不是嘛？我现在就问你，所以的话，我们目前你调查结果以后，他有没有违反任何我们国内任何法律，有没有涉及泄密，有没有卖台？你简单回答我就好。我们没办法判定，所以的话已经函请那个就是陆委会他来主证他。什么时候函请陆委会的？在九月中的时候。今天几号了？九月底函请。好，那现在已经11月了。是。还给他一个清白需要这么久的时间吗？查出来没有？是因为他可是你们故宫前院长，不要这样糟蹋人家。没有没有，我们还是有再发函请他们尽快处理了。所以的话，我下一次会继续问。在院长是不要每一个院长下台就被清算。是故宫不要有这种文化，也不要你林院长下台之后，后续开始拱很多资料出来，不需要做这个。故宫这种文化是我一直不能够谅解，甚至连周院长下台以后，连我们记者、连我们委员都被告。故宫不要这种文化，所以我现在一直跟你讲说我会盯这个事情，这是第一个我要盯的事情，请你尽速在一个礼拜之内告诉我，到底冯前院长有没有涉及泄密卖台，如果有就依法处理严办，如果没有赶快还给故宫院长前院长一个清白，我只有这个要求。这个的话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已经函请那个陆委会。你强势一点了，那我们会去协调。院长，你强势一点，你需要折磨他一年、两年，然后说查无实据，不要这样子。冯前院长到底有没有，请尽快查明。我们尽快。你如果不能查明，对不起，预算我不会让你过，好不好？我希望终止故宫这样的一种宫廷人事斗争，我不希望林院长你下台之后，你也遭受到这样的命运。所以你今天做的动作也是为你自己保护，这第一个。第二个，故宫12兽首，我刚刚也提到了，在之前这个曾经说要斩首，然后后来你们也找了地方人士来谈过，我去故宫去访查以后，我也跟院长建议，需要你做游客的这个意见调查，做出来没有？有做调查，但因为我们都要希望说平时跟假日的游客，所以的话我做出来没有了。因为我去了也快要一个月了，去故宫也快一个月，那个出来没有？赞成要斩首的有多少？不赞成斩首有多少？就像刚刚我们有委员提到的，故宫南院不是嘉义故宫南院，是全台湾的故宫南院，也是全世界的故宫南院。
是你不能受地方意见影响，不然就叫嘉义市政府、嘉义县政府编预算就好。那你游客访查结果怎么样，我都还不知道，请告诉我好吗？我的话，现在因为也还没有做整理的，这个整理完以后，那我请那故宫南岳的回答一下，你现在头衔是主任 是？处长，处长哦，处长不好意思。没有办法讲，处长，你的民调结果是什么？请告诉我好吗？啊，我是故宫南院处王世胜，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们目前就是利用平日跟假日的时候对游客做一些访查，那目前呢还在继续当中，还没有最后。那到目前为止呢？大概是差不多一半一半，就是大家都认为在南院应该有一些嘉义在地特色的一些这些装饰，但是对于这个兽首要不要移除的这个部分，正反面的意见都有。好。院长听到没有？正反面意见都有，你怎么敢大胆的就要把它斩首？它不见得就是一个代表统战的符号，它有各种不同意义存在。所以我现在特别要跟院长讲的，就是故宫是所有的决定，请你要听各方各方的意见，不能只凭一己的意见或一个地方的意见。所以我会继续追这一个。如果你今天要把故宫十二兽首，你要做什么样的处置？请听完大家意见以后，跟我们委员会报告，你再做决定。好，这第二个事情。第三个事情，我很担心今天的故宫，经过很多委员的质询，我不知道突然今天故宫很多委员都对于故宫的典藏很有意见。我为什么要这样讲的原因是，这是非常冷门的一个议题。我关心这个议题最少关心四年以上，我从上一届就开始也拜托故宫做整个全台湾在修复上面做领头羊，所以对于所有的博物馆，我只要去到现场，我除了看展示厅之外，我最去看的就是库藏跟修复人员，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空间，因为这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我想院长你来自于奇美，你对于我的讲话一定认同，但是今天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情是，突然发现故宫这么多年下来以后，觉得故宫的典藏的安全设施安全标准会给大家产生疑虑。我就请教一下宋处长好了，好不好？宋处长你管的是图书嘛，对不对？那我也再请书画处刘处长好不好，你管的是书画。我请教一下，如果故宫发生火灾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启动什么样消防设施？宋处长。图书文献处宋兆林报告。对，那个我们库房里面有装的海龙瓦斯，是那有任何的动静，我们的安管室第一个知道，是它会启动。好，那我们书画处呢？书画处刘芳如报告，目前也是跟文献处相似，是用海龙来消防。有用洒水的吗？没有，没有。对，好，那如果说万一启动之后，我们的书画会不会受到伤害？因为所有的书画文物都放在箱柜里面。那海龙当然是喷发在柜外。是，好，那两位请回哦。我去看了以后，我有一个很大的疑惑，是正在印证我的传闻，就是院长您接任之后，故宫内部就有人跟我讲说，院长你准备把故宫有很多目前你库藏的典藏的要移往故宫南院。院长，今天我看好多委员的发言，真的让我不禁怀疑，这是不是有计划在做一件事情？就是透过我们目前故宫本院，我们典藏空间不足，我们的消防设施不足，我们的安全标准不足，所以要移往故宫南院去做典藏。我跟院长讲，即使今天我们故宫本院也许跟不上现在最好的消防设施，请教三位处长，包括器物、书画跟图书文献处，故宫这么多年来有发生过任何一次意外吗？有没有？在位上讲就好了，有没有？没有发生过。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发生过？所有的消防还有安全，它不是只有靠设施设备，人为是最重要的。故宫最让大家称赞的就是它的人为，它的最好的保全是在于人。所以故宫过去还有自己的驻卫警，还有配枪，还有自己的巡逻犬都有。可是现在我跟你提过说，我希望要有国保警察。为什么要这样提的原因是，不要只看到故宫南院盖了很好的储藏空间，很好的典藏空间，你就把故宫本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典藏的珍贵的器物书画就移往南院去。您知道吗？
故宫南院的保全一直让我很担心，因为我们编的经费相对的少，你要聘到好的保全相对的难。我们在南院更没有我们的驻卫警，更不要谈有所谓国保警察。如果你今天贸然就看到那个空间很好，配合今天我们立法院委员的质询，你就准备移往南院，对不起，你准备就去看我们电影里面很多跟罗浮宫有关的电影，就会发生在我们故宫南院。为什么？就会有监守自盗的可能性会出现。不要怀疑我的大胆推测，因为故宫这么多年来滴水不漏，不管是天灾风灾什么样的发生，故宫都没有产生过任何的损失。那个人的因素很重要，可是今天如果移到故宫南院去，我特别跟院长讲，你不要贸然就看到那个好的设施就把器物书画往南院移。如果移的话，会产生很大的人为安全的因素，除非你今天争取到中央的支持，有国保警察，我支持你移。如果没有，院长，你就以过去这么多年来故宫没有发生过任何安全的这个零危险的记录，请不要移动故宫本院的珍贵的器物书画，贸然移往南院典藏。短期展览可以，长期万万不可，可以吗？是，我不清楚说委员从哪边听到了，因为我们目前的话就是说，原来典藏空间是在行政大楼嘛，那我们未来的话希望说行政人员全部撤出，然后这个空间全部作为我们典藏研究大楼，那所以的话这边的空间有很多空间是会扩建的，所以的话不会说把这个有把那个这边的一个文物送到南部去的那个，都有本，包括你准备把器物处这一边有些属于陶瓷类的，你要这个以香换贵哦，是你不要太贸然相信现代的一些作为，是他们器物处做了这么多年都没出过问题，是你不要去用你的想法说我用现代观点你有问题，你要看过去如果没有问题，可能它就是一个最好的问题，它走过大江南北一路过来都没发生过问题，是就不要贸然去做一些院长你认为高科技的作为，好不好？我这一点跟院长在提醒，是我们会好好去检讨，包括参考到其他博物馆、国际博物馆的经验。最后一点，院长，这个有书花膏改成书花改，大故宫现在改成新故宫，也叫做故宫改，你有获得大家的支持吗？目前努力呀、努力在争取大家。不要贸然又卡住，我对你的故宫改不得已要做，我也赞成，给他们一个好的空间，给器物好的典藏空间，我都完全支持。但是你要先沟通，是要到目前好好行政院那边我们也努力在沟通，希望的话能顺利，因为文物的保护跟好的一个展场、一个国家级或国际级博物馆的一个呈现是很重要。所以院长，我刚刚提到这几点，请放在心里面，好不好？是，好，谢谢院长，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陈委员，谢谢院长。接下来请何新纯委员。谢谢。谢谢主席哦，我们先请院长，请院长。委员好。院长好、哦。是。我刚刚好在这个主持的时候，听到吴志扬委员说、哦、这个故宫啊、哦，这个什么，处处提防，步步小心啊、哦。我看你当院长来到故宫是要步步惊心呐、啊！你真的真的，我先就刚刚几个委员提的问题哦，我们故宫的管理出了问题。其实我不相信刚刚陈学圣委员讲了什么一点问题都没有，乱讲，故宫的问题一大堆。好、哦，那这个问题一大堆，也就是因为人的关系嘛，是不是？你刚刚回答这个其他委员讲说。我们故宫里面的场地有哪几个场地是外界的，可以外面的团体可以来租借的，你知道吗？包括到来租借场地的是谁在管理的？文会堂，我们都在文会堂了，还有户外空间，然后包含到图书文献馆，还有会议室，有一些。那整体盘点上好，我们那个请我们那个。秘书室的话，目前是院长，你不要再讲文献大楼、文献馆，我才要问下面的人骗你，还是你来这里来的还不是够久，所以不知道。你们有一个租借办法，对不对？收费标准。你
是对不对？收费标准里面明定，刚刚院长提到哪几个是可以正式给外面的团体来租借的？来，你帮院长回答。是委员好，我是秘书室主任林厚宇。那目前有开放的是文会堂，然后至善园跟正面广场。那我们下礼拜一会开会研究，把南院的集贤厅跟南院的部分户外空间也纳到收费标准里面。那刚刚有人在质疑的，刚刚说文献大楼有没有外界出租？这我们都要请那个主管，我们那个图书文献处送到您报告。那个图书文献馆，我们四楼有一个视听研讨室，那个是从民国八十七年。我只说这个研讨室，这个文献大楼有没有供外面的团体来租？有，免费借用。免费借用，那通常过去免费借用都是什么样的活动？都是跟艺文、艺术这种教育推广相关的活动。你要好好跟院长报告清楚，不要陷院长于不义。十月初有媒体爆料，你们呢这个文献大楼的四楼视听室免费借用给外面的团体。你自己看，我们表里面有写，你们里面有一个于小明，是不是有这个人？对，我们图书馆馆长。好，图书馆馆长他借了，借给谁？借给说有一个艺文活动，主讲人叫做蒋勋，这是我们敬重的艺文界的大佬，这个我尊重。但是您知道借给谁吗？哪个团体吗？哪个团体在用？这是我们一位退休员工夏红小姐来跟我们申请的。退休员工夏红来跟你们申请，所以你们就免费借用。那你知道来了四十个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我们不清楚。什么叫不清楚？你们的租借单网站上面还有标示，哎，你看清楚，院长，你看清楚那个标示上是谁？眼力够不够好？广州文交所艺术研习来台专访。对，这是我们查证了，这是一个艺文团体。他是艺文团体吗？院长还在睁眼说瞎话，所以你们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利益挂钩？明明都已经有媒体都已经爆料出来了。你们说它是一个艺文活动、研习活动，你们一个前员工可以来借用，免费借用，结果呢，是一个旅行社带了一个广州的什么团，还可以进到故宫 VIP 的专属通道，哎，在他的旅行团的网页上这样子来招揽陆客来参访，哎，要不要钱？要钱啊！院长，你知道这一件事？我知道陆客来参访故宫，外面的人在跟他收钱，而且呢缴很多钱，结果我们故宫的全员工可以来免费借用，让这个有缴很多钱的陆客团可以进到故宫的从来没有对外可以公开租的这个视听。是这一部分，我已经请我们那个李务院长。有没有查？来，院长，你既然知道这件事，来，从媒体爆料，刚刚吴委员也有提到他讲的还不是我这一件事，他讲的还是何以前的何总的之前爆料的事情那今天这个都上了媒体了，那院长你知道有上媒体，你做什么处置？我们的话，目前就是说，你先告诉我，你既然知道这件事。媒体也爆料了，也确实有这一件事情。那你有没有什么处置？这个借的一个办法了。你先告诉我，有没有针对这一件事情，有没有进行内部调查？我们的话也已经请那个有没有内部调查？包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我们会请那个院长有没有针对这件事情，从十月初媒体爆料到现在一个月了，快一个月了，有没有调查？来，政风室主任来。这部分的话，有没有调查？我们的话是希望有没有调查防范？有没有调查？是内部有没有调查？内部当然有讨论过，
有讨论，有没有调查，主任？那是主任报告，当天媒体披露的时候，宋处长他就已经跟我把这个情况跟我大致做一个说明，那我们也去做了一些查证。查了什么啊？第一个，媒体报道的他有没有宋处长这边他有没有向对外收费？这部分没有。确定没有？没有对外收费，但是你免费借用场地，让陆客团缴很多钱的陆客团来，而且中间旅行社在赚钱啊。所以后面后续我们希望杜绝。来来，你查什么来？将来院长来，主任来，主任你来到故宫那么多久了？103年12月16号报道。是吗？从你来之后。包括很多的弊端，很多包括我们员工侵占公款、涉嫌假美钞事件，还有一些我们的侵权盗版等等，通通没有像，通通没有处理啦。那主任，你来到故宫，你对哪一件事情有进行内部调查？调查结果之后有移送了哪些人？有吗？包括刚才委员讲的所谓的侵占的案子，那个是我们带去自首的。那另外我也把它提报考纪会，还有调整职务。那我刚刚讲的这一件呢？刚才委员讲的宋处长就是文献大楼的租借的这件事情，我们有去做过了解。来，故宫的前员工可以利用他们之前的关系来免费借用场地，这件事合规矩吗？我们有建议，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租借的讯息，应该要公开。过去只要有这个关系，就可以免费借用了。你们没有对外公开耶，也从来没有公告说这个场地是可以借用的。他处理的这一部分是有待检讨，有待检讨而已吗？你内部调查的时候，来院长有没有处分？再来，谁让这个前员工来借用？场地，然后跟你讲哦，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我们的宋处长交代底下的科长线上填写申请表。你说呢？透过前员工夏红呢？我跟你讲，谁真正的使用者是谁？你知道吗？院长，你知道吗？你们内部有没有调查？你说有讨论过啊？内部。是讨论的，就是、说真正的使用者是谁？以往的真正的使用者也不是夏红哦。是啊，就那个广州那个吧。广州那一团是谁带来的？你知道吗？所以说未来了。所以这个院长，你要内部调查嘛？对。夏红是受谁之托？大宇文化一个负责人陈慧琳。而大宇文化呢，就是去接待这个广州这个40人这一团，媒体还很清楚的画面跟你讲 ，VIP 的通道进到故宫里面，然后大宇文化有人在外面收钱，这没有利益关系吗？这没有利益关系吗？这不用内部调查吗？你政风是不用启动调查吗？这么清清楚楚，连钱都掀到呢，连钱收钱的动作都去用掀到呢。啊，你们竟然不用启动调查，院长？是。我说你要步步惊心啊，为什么？这个整个故宫里面的大内高手这么多，所有的宫廷文化里面，拢是无关系、找关系、有关系，什么拢总会通的啊。这样子的故宫文化，你既然没有魄力去革新，你连启动内部调查都还没有，就这一件事情而言，我们都要希望他把它制度化，不是人为的。那个以前太多这样一个，你要制度化之前，你要不要先启动内部调查？是这一部分的话，假如说关系到那个有金钱方面，我们的话就请我们的政风室的话就。你再回去看一看10月6号的那个媒体的爆料，那一个新闻，画面照得清清楚楚。是。画面照得清清楚楚，来，我再跟你讲，你知道吗？我们有没有那个旅行社？我跟你讲，院长。是。旅行社清清楚楚在他的网页上。在中国招揽陆客，
来参访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而且还可以尊享 VIP 的专用通道。然后呢，参访的人数呢，虽然有受限，但是呢，它费用标得很清楚，一团呢是6000人民币，一团呢是13600人民币。我们有旅行团啊，大啦啦的，在中国的旅行网页上面就这样在招团啊。院长，你知道我们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专享 VIP 通道是哪一个通道？你马给他讲解。哪个地方？有什么通道？好，院长，你敢知？直接就进了图书馆的4楼。你敢知？我等下给你看嘛。是。他们在网页上还可以这样子宣传呢、欸，专享哎、欸，尊享哎、欸，独有的 VIP 的通道哎、欸。院长，你对故宫里面员工到底在搞什么？你到底知不知道？这部分我们请郑方士一并查清楚。要不要开始启动调查？是，我们就假如有涉及到像金钱，我刚才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我没有时间了，就这一件事情。哎，是。媒体已经爆料了，而且还有画面了。你们内部不能外借，不能让外面来使用、来租借的场地，可以免费让前员工来借用。而免费借用的这个前员工呢，外面还有一个大宇文化呢，在外面收钱。带团客进来，还可以独享 VIP 的专有通道，用这样子来招揽入客。你们内部在配合外面的人收钱吗？而这件事情媒体爆料了，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你到现在还跟我讲没有启动内部的调查，郑丰市也还没有调查。我们的话是当时是考虑到整个把它制度化，就不会制度化我支持，但是要制度化之前要不要内部调查？就啊，我们的话已经都已经这么清楚了。报告我们的话就下次我们去考察，请告诉我们什么叫做 VIP 的专有通道。你要带我们去看，入客都可以享有这样子的尊贵的待遇了，我们。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委员为什么不可以？马上启动调查。是。该惩处就是惩处。第二个，建立制度化，我期待你的建立制度化，能够清清楚让我们告诉我们，故宫内部的文化要改革，不仅是文化，人事管理通通出了问题。是。这一些观念上的问题有很多，这不是观念上的问题啦，院长。所以的话，观念制度当然的话，这里面对于那个都已经这么明显了，是，我们都还会努力啊，是。证据都这么充足了，你还跟我讲是观念上的问题？是，赶快调查。是，谢谢，谢谢。好，那接下来请高金素梅委员。好，高金素梅。委员不在，好，那我们接下来请许志杰委员。好，主席，大家好，我们请院长。不想呢。许委员好。VIP 通道是啥？院长，刚才我们。新存委员提到的，我们赶快排个考察，啊，看 VIP 通道啊，我们是去考察，不是去找查。是，哎，我们希望我们考察之后可以有彻查跟调查。是啊。好，那个我请教院长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故宫哈，参观者的背景有没有什么限制啊？没有，没有，是，就是只要。可以来，我们都一律欢迎，对不对？是，啊，我想请教一下院长啊，我们北故宫哈、啊，北故宫我们有网站的说明，对不对哈？对对。那北故宫哪一个地方底下有四种语言？哪一种我们有？哪一种没有？印尼语。西班牙语跟印尼，西班牙语应该有，印尼语。
印尼语没有？哎，是。对的，北故宫是不是好像看来看去，东南亚的语言都没有？东南亚目前我已经交代我们那个教展处的话，尽快把它开始去强化东南亚的一些语言，包括网站，包括到来这边的一个服务方面。所以以前对东南亚的参观的人民好像不太重视，对不对？因为其实的话，就是说做这一些包括到有宣传品的印制了，假如说没有用到的话，我们也会觉得浪费。那当然的话，目前因为东南亚参访的人数越来越多，我们就也应该做好这个友善的一个服务，所以的话会去强化这一部分，整个他们参访的一个环境。那南故宫呢？南故宫以上哪一个国家我们没有？南故宫的话，印尼有，缅甸鳄鱼没有吧？缅甸鱼，还好那个院长都猜对了。哎，缅甸鱼没有。不过你看哈，南故宫跟北故宫的它的语言介绍哈，你简单看了一下哈，这个其实还蛮好玩的哈。你这样子度数够吗？看得清楚哈，英语、日语这个都知道了，对不对？这个呢？韩语，哎，这个法语，哎，德语，西班牙语，俄文，啊，哎，是阿拉伯，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南故宫哈，中文这个不用讲了哈，是。英日韩，越南，缅甸，这个不是泰国，泰国，印尼，缅甸，你看这个都画圈圈的，就是缅甸。以前我有个伯母不认识字，他自己就画几个圈，代表多少个数字哈。好，你注意看哈，院长，好像是高纬度的欢迎来北院，啊，低纬度的欢迎到南院。你们这个觉得？所以你看，你故宫大完全都没有东南亚的语言，然后呢，对，就北故宫完全都没有东南亚的语言，那南故宫呢，东南亚的居多啊，所以这个有点好玩。南院的话，它是以亚洲文化艺术为主，所以当时在规划的时候，还没有开幕以前，就开始有把东南亚一些比较常来的，国家语言把它纳进。所以南院是，北院当然我们也努力希望改善。那欧洲跟美洲要来的，我们不欢迎吗？也欢迎、啊，所以的话，像有差不多像。北部院区有七种语言，所以我刚才才问院长说有没有参观者有没有背景之分嘛？没有。好，那现在就是南北故宫，至少南故宫做得到的，北故宫应该做得到吧？是，没有问题。对对，那北故宫做得到了，南故宫也做得到吧？是。我们要求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是有困难的，我知道，但是至少南北故宫应该一致。能够让更多的国家都可以来，这样子应该没问题吧？我希望的话，就不仅除了故宫的南北院区了，我们希望国内的一些博物馆，我们将来的话有博物馆的一些联盟或族群，然后推介我们台湾文化，让各国来这边体验。所以的话，将来也会去整合，协助他们从友善的环境，包括像这种语言方面是很基本的。我们的话也希望说。透过我们将来的一个联盟，然后去协助大家提供给外国有更好的参考。我再提供一个数字给院长参考啊。这是东南亚到我们故宫参访的人数。哎，是。从101到104，7万、6万8、3万5、1万9。哎，是。为什么？为什么东南亚会越来越少？东南亚这个越少的话，我们
最主要还是在于说他对故宫的一个认识方面啦。那这个表示说我们也没有很好去做宣传，所以后期方面我们最近的话针对说怎么吸引国际人士来参观故宫方面努力也在检讨，然后也请各处室开始研拟相关的计划。那我们希望说针对东南亚这一部分我们的话也能有更多的一些作为，希望东南亚人数未来能倍增的方式。还有一个数据哈，是香港哈，在101年的时候来的人次是68000，是在104年来多少你知道吗？4500。所以会提这个数据让院长参考，就是说故宫其实除了陆客啦，是那接着还有个国家最近因为跟我们交流在影视文化各方面交流比较多的韩国啊，这两个国家是这几年来故宫有增加参观人数的，是差不多增加15%。对，其他全世界各国通通减少，啊，尤其香港减少的最厉害，是不是香港比较讨厌陆客？这个有没有关系？其实的话，就因为以往我们在登陆的时候看他那个人的一个统计了，统计的话，他叫团客哈。团客我们比较容易统计，散客的话，因为有时候，服务人员很难去把它登录说你是香港人还是东南亚，所以目前这些，所以可能有一部分是散客的没有登记到的，散客增加我们不知道，但是团客减少，资料就显现了。但是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说后期我们再强化去把它厘清楚，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对对，你才能够更好的一个要有清楚的数据嘛。对，这样子就表示数据不精确嘛。是，数据不精确，我们就很难去评估现状如何啊。哎，是。好，那我再请教院长哈，就是说现在蔡英文总统的新南向啊，新南向政策，是故宫有做什么准备吗？目前我们也检讨了，因为故宫虽然没有列在我们院里面那个检讨的一个部会，但是的话，故宫有很好的一个能量，所以的话，陆续我们当然的话也跟其他各馆，我们希望说透过跟东南亚国家的博物馆有更长久友好的关系，然后去推介我们文化，然后也把他们文化引进，让国人的话能理解。所以的话，目前已经有我们陆续的有一些比较优先的那个要将来合作的国家的博物馆。那也有一些比较中长期以后会去推，但是的话我想要很多，我们会有展览一个交流，然后也会有互相研究交流，甚至的话将来一起做一些行销，推介故宫，然后推介国内博物馆，okay. 吸引更多的东南亚民众来台湾观光。好，我想就是跟今天我特别提这个语言跟数据是。让院长参考，就是希望说我们至少在这个导览是我们内部赶快加强，是这个会尽快把它强化。你看人家上网要到北故宫，东南亚我们号称要先南向，结果他们一上北故宫的网站看不到他们的语言的介绍，他都什么都看不懂。好，所以我想北故宫在这一部分加强是，应该是有非常迫切的需要。是，我们会努力，而且都已经计划研拟，这个礼拜又会有进一步的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些想法。那这个大概要多久？比如说，你把这个网站的语言的资料把它补上，大概有多久的时间可以完成？我们的话是我希望说他明年的话，今年底的话就把它准备好，明年一开始就能有这些改善，逐步的一个强化。因为东南亚的话，包括东协有10国，那我们的话第一阶段在明年的话，像导览图现在已经做好了，然后接着的话包含到网站的一个更改。那网站我希望明年1月1号就希望说把它推出来。那个细节我们再提给故宫自己慢慢做了。哎，是啊。那我其实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第一个就是网站，希望不同的语言，东南亚的国家的语言
啊，因为我们整个现在国策就是新南向要不断的去加强，是好，那当然加强一定是双边交流，不是说都是只有我们去嘛，嗯，我们去他们那边，他们来我们这边双边交流嘛，那既然有双边交流的人到台湾来的时候，你知道东南亚一年到台湾的人次有多少吗？也是这一部分我们八卦班，是你看数字有多大，100多万啊，就是来参观旅游的也好啊，来这边新住民也好啊，或者是来这边工作的也好，其实来来去去每年哈，东南亚到台湾的人次了哈，是超过140万左右，所以你那个量是非常的大，超过八分之一。那既然他们有这么多的量到台湾来，那来一定不只是工作嘛，是来总是要去玩嘛，来总是要去看看嘛。那故宫又是台湾，就是在我们的宝物里面，是在世界已经算很有名，在台湾当然是首屈一指嘛。是，如果他到台湾来没有到过故宫，就觉得好像没有到过台湾嘛，对不对？像我们南院第100万参访的人就是马来西亚的人。好啊，那所以的话，所以我就是说，希望院长给我个时间，给你个压力，是什么时候把这个网站的语言做好？是，我们的话尽快在年初就把它做好，这两个月的话努力做，是因为它的话需要有一些现有的那个翻译方面都，所以我说时间让你自己定嘛，哎，是，就是给我个时间，给你个压力，时间让你自己定，哎，你大概什么时候要把它完成？我们的话回去研究好，然后给委员知道说哪一种语言，因为很多语言，我们的话会逐步。1到6月全部把它逐步把它推出，所以你连给我个时间，会一个时间表再给委员指教。好，那你一个礼拜之内给我个时间表。是，好，那希望说能够尽快完成。哎，是，谢谢委员。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许志杰委员，谢谢院长。接下来蒋万安委员不在，赖世宝，赖委员不在，姚文智委员请。好，谢谢主席。我想请院长，好吧，林院长。院长，委员好。林院长你好，哈，辛苦了。这个，我当然也看到了故宫博物院的报告啊。是。但是我还是希望从你的这个正式的答复中，哈，哎，是。你的声音呐，哈，是能够。从你的这个表达清楚的来告诉我们，大故宫计划是不是停止了？我们是确实停止，确实停止了。是，所以过去马政府时代所推动的这个从400多亿、300亿，然后在整个这个大故宫他所宣传的这个整个计划，现在完全终止。哎，我们没有再提了这个计划，因为也还没有抱怨里面，所以就不再提。我们后续的话比较务实了，因为这个故宫的话是国际博物馆，而它整个镇馆哦，它其实的话长久已经它50几年，所以的话它确实需要去更新，然后包括展示的一些内容或方法都是一些我们要努力。哎，是你这样打乱我的节奏。是啊，好。就是完全终止了就对了哈，是，好，所以我们会去做急迫性的事项。没有，我希望坦白讲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那它是为什么终止？是因为前面的计划还没有抱怨，还是前面的计划居民有抱怨？好，还是抱怨跟抱怨哈都有了哈？是，那还是说？陆客现在来的比较少，这其实的话哈，有整体综合的考量，包含到当然就是说环评人士或在地的人的一些他们的一些抗议或反对，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包含到就是说他。在目的上啦，好，当时是说希望说有更多的人来，那更多的人来的话，才有办法去筹措那个财政。那目前的话，看来的话，自筹款也没办法那么多。那
包含到像南苑方面，它也已经对外开放了。那所以的话，其实整体的国内包括艺文环境改变，那原有的话，政府中央政府的一个预算也非常辛苦。所以综合的一个考量以后，我们觉得只要再继续推的话，那还是这个计划还是推不动，反而浪费社会的成本。那我们把回过头来应该比较务实的去思考故宫啊未来的一个发展，然后把文物照顾好，所以的话是这样一个思维。是陈院长啊，这个我对你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了啊。你的大决策我当然是啊，大家我想故宫的很多同仁在这里啊，我站在地方发展好，还有种种故宫经营效率，还有整个博物馆定位，还有种种的啊理由，其实我在这都讲过啊。是，那我从头到尾就反对好大喜功的大故宫计划。好，但是这个院长现在否决了，或者说从此不再执行了。好，这当然这是我高兴的地方啊。是，但是我忧虑的就是你这样的回答。好。其实我们不是这样的了，我们在讨论大故宫要或不要，好，不是这样，不是因为陆客来少，好，其实这是当然，我不晓得媒体对你有没有。我当时媒体问我的时候，他说是不是陆客来少，我说不是，但是在媒体的话，他还是好、啊、这个我是这样，这个其实在咨询之前，我自那天我就问了啦，哈，是，那当然有你们同仁来解释，是，那。但是我就是觉得说哈，我觉得要很清楚啦，是故宫要做世界的故宫，啊，这是刚刚徐志杰委员也咨询了，是啊，故宫的定位要在那里啊，你那个信心很重要，啊，大故宫计划它的问题在哪里？一二三四五，你就把它讲出来，啊，我们不做，我们就很清楚的，啊，我们故宫要推动其他的。包括它的定位，它在整个相关博物馆，它的互相的网络的联系，它在世界博物馆中的角色。其实你做故宫的院长啊，你就讲这就好了啦。好，我感觉你要比较要很清楚啊，是，就说不要啊，因为这样，因为预算啊，因为这样，好，这个因为预算。没办法做，那是因为你很想做，这个政府不给你钱，那时候才做，那时候才说，好，过半天就清楚，你很清楚，啊，把过去的这个，过去的其实种种的问题，啊，这绝对不是预算的问题而已啦，好，那再来说未来你要怎么定位，啊，你也很清楚了，故宫五十年，我们同仁的工作环境，好，或者是这个。馆藏的空间都有问题，那我们必须啊，必须做怎么样的这个准备，怎么样的调整啊？你也可以提出一个非常好的构想。是我们的话，在中长程计划当中有更长远的一些构想。我是干嘛讲哈？在这里当然一方面给你提醒了，是谢谢我。一方面给你鼓励，我觉得故宫，如果你定位是世界的故宫，是好。就这个里约热内卢的奥运的时候，有没有你的广告？有没有？有没有？未来了，看用不同的方式。我是举例了啊，是。你如果是世界的故宫，是这个未来 Indiana Jones 第下一集会不会在故宫拍？会不会？会不会？好，或者你刚刚许志杰讲，许委员讲的，哎，你的网站是不是跟全世界？都能够，大家都很容易的能够交流，有各种不同的语言，好，是不是做到能够大家满足？好，你故宫开馆，是不是全世界博物馆的重要的新闻？好，台湾的旅游业来台湾，故宫会不会是一个重要的代表的角色？好，故宫的文创的商品会不会？昨天在爆屁股的角落被拿来讨论要不要从机场撤离，这怎么会发生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坦白讲，连被讨论都不可以啊，干不是？这不是你的错了哈，这是你上任之前的事情。但是故宫如果是那样的定位，这个事情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发生？关不起，我们甚至应该是说，哎，世界其他的机场，好、哦，我们故宫搞不好还要进驻，哎，是，好、哦，搞不好故宫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哦，你现在要提文创的园区、文创的商店，你要进驻巴黎香榭丽榭大道，都可能啊，关不起，那个才是世界的故宫啊，你的格局站出来啊，被坐下，头前卖，好、哦，好了，我们就不骂人也可以嘛，好、哦。但是前面的是错的，我们就大胆明确的，我坦白讲，我讲媒体会那样报道，一方面当然媒体很喜欢这个，那个是在一个气氛呐、啊，认为说陆客来少，现在连大故宫也不要，那个是一个气氛呐、啊，气氛下，但是做政务官，做一个自信有格局的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在这个部分其实要。我觉得很清楚，就不会有这样的误会了。是，因为你这样的误会我也很累哎。我在地方我要去解释说，这个马上我们这个地方的民众就打来说，故宫要走啊，哟啦，是安怎？是有钱了要走？那个都因为大家对信很多怀疑啊。当时媒体跟我问，我也很清楚跟你没有，我是觉得说要很清楚啦。我觉得其他的我没有时间跟你谈哦，但是我希望。我希望如果你定位成那样，那要很自信很清楚，是，而且会跟在地居民多沟通、哦、你知道主席对不起，给我一分钟的时间啦，你知道我一直主张迁机场、哦、这个贺陈旦部长是主张、哦、要把故宫迁到那个机场的航下、哦、也就是你故宫的腹地未来会有400公顷，如果这是我的主张了、哦、这个以后请黄建筑师来设计、哦哦、就是说哎，大家对故宫都有那样的想象，它是文化的，它可能是国家格局的，是，它可能是整个城市定位的，啊，这些，好，不一定是故宫的责任，但是你如果没有办法掌握那样的视野，啊，这其实有欠缺了，是，啊，当然大的视野之外，地方的小事嘛，注意啊，是，你们那个故宫精华废水都排放在那个周边哦，我就不要花时间了。有啊，我这个有请我们主秘特别去把它督导，就是说站稳脚步了哈，是，地方当然这个能够沟通和谐，是，但是格局啊远大，是，是，我希望，谢谢委员的指教，我希望你这个主导下的故宫哈，能够非常一方面很务实啊、嗯，一方面。哦、能够把这个大步迈进，把这个格局大做大、哦、大步前进，好吧？谢谢。好，谢谢姚文智委员，谢谢院长。接下来是卢秀燕，卢委员不在，蔡逸瑜，委员不在，江启程，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不在，郑天才不在哦。徐永明委员不在，陈欧珀，陈委员不在，林俊宪不在，郑运鹏不在，林德福不在，陈明文不在，邱志伟委员不在，钟孔绍。中委员不在，徐真卫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不在，陈赖素美不在，周成秀霞不在，吕玉林不在，来。哎，陈廷飞委员不在，高露委员不在。好，那谢谢今天我们所有咨询的委员哦。那接下来哦，这个我们因为今天很多委员对故宫啊哈很多的事情的处理的态度啊不够积极啊不够有魄力哦，所以啊这个有关那个预算的这个解冻案，我们另外再定期处理哦，再找时间处理。那关于今天会议的。做如下的决议哦，所有的报告及询答都完毕哦。那委员所提的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对委员哦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或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单位预算案，
相关提案，请于11月9日下午5点以前提出。那105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6案，我们另外定期处理。现在我们处理临时提案。那今天有委员提出的临时提案有4案，来请宣读第一案。第一案，故宫南北院典藏总数696414件，典藏空间加起来只有3397坪。平均坪的典藏空间必须典藏205件文物，显然不足。故宫南院占地70公顷，为北院20公顷的3倍有余，然而典藏空间却只有900坪，不到北院的一半，显然有足够扩建文物典藏的空间。另外，故宫为国内博物馆龙头，文物保存专业能力也位居领导地位，应该有协助其他国内博物馆文物保存的能力。原此，请故宫在规划北部院区典藏空间整扩建时，一便评估扩大南部院区典藏空间，并且盘点国内各各博物馆典藏条件与需求，评估由占地广大的南院协助典藏的可能性，并以3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委员钟嘉宾、张廖万坚、吴思瑶、何新存宣读完毕。来，来。我们有没有委员补充说明？那故宫，我们同意。好，那这一案照案通过，接着下一案。第二案，新南向政策以奠基于以人为基础，以文化软实力为主的交流。故宫是台湾文化的超级王牌，应该扮演新南向政策的领头羊。在故宫近年东南亚团客人数分析，从2010年高峰12.95万跌至2015年谷底1.96万，减少85%。强化与东协南亚国家之文化交流，宣传故宫国际知名度，争取东南亚客群已刻不容缓。尤其故宫南院以亚洲文化艺术园区为主要定位及发展策略，更应积极强化东南亚国家历史文物之策展合作。艺术交流、文化研究及文化典藏、文物典藏，以文化部为例，辖下博物馆的新南向新作为及预算成长近3倍，故宫应积极调整国际交流策略，将新南向国家作为重点行销与扩大合作交流作为。具体要求如下：一、强化文宣导览作为，发行东南亚语系文宣品，聘任东南亚语系导览原开发东南亚语系导览系统。二、针对东南亚旅客、学生、新住民、移工，严厉提供门票优惠。三、以故宫文物借展为诱因，增加与东协、南亚国家博物馆管际交流。四、协力观光局、外交部、文化部，向西南向国家整合行销，推广故宫文化观光。五、南院加强典藏东南亚文物，便以台湾与东南亚交流之历史文物进行策展，跨国文物研究与典藏。提案委员吴思瑶，联署委员李立芬、黄国书、何新存，宣读完毕。好，来，故宫这边哦哦。这个我们可以依照提案办理。好，那本案也照案通过。好，下一案。第三案，纵观先进国家博物馆收入来源。文创商品收入高于门票收入，博物馆不只有收藏、研究与教育意义，更能衍生高价值的文创商品，使博物馆有充足收入而能永续经营。我国故宫博物院以授权方式与厂商合作开发文化商品，授权模式只要有图像授权、品牌授权与合作开发，已经成功吸引更多厂商、经销商主动加入故宫文创商品开发的行列。以使故宫从民国102年起，文创商品的收入逐渐高于门票收入，迄今一年已可达近8亿元的营业额。为能维持故宫品牌价值，并使所有具创意的厂商能在公平公开的方式下参与故宫文创商品开发，原此建成故宫1个月内检讨其授权方式，依法无需依照政府采购法授权者，亦应适度公开评选程序与结果，以提升文创商品产值。提案委员张廖万坚，联署人委员吴思瑶、何新存、许志杰，
李丽芬宣读完毕。好，来，故宫。Okay, 没有问题。好，那本案也照案通过，但是呢，哦，在这个案由里面，品牌授权这四个字有重复哦，所以要修正哦。来，下一案。第四案，针对国立故宫博物院日前发生退休员工以过去的影响力以讲座之名，借用故宫图书文献大楼四楼视听室，借用人系故宫内部员工，实际使用单位却是民间单位，借以商业用途之用，经媒体披露。迄今，故宫尚未启动调查，仅内部讨论，是有图利特定厂商之嫌，故未厘清是否有违法违纪情事，确保未来借用程序公开透明，要求国立故宫博物院即刻启动调查，并以一周内彻查相关人脸是行政责任，相关报告送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并送交司法机关进行调查。如相关人脸是有行政疏忽责任，应立即移送监察院提案委员何新存、联署人委员苏巧慧。许志杰宣读完毕。好，那我们那个一周的周哈，少了一个错字旁，对不起，错别字啊、哦。那我刚刚讲这件事，一周内启动调查，那彻查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那相关的检讨报告，刚刚。院长也回答说，这个制度的重新调整跟检讨哦，啊，还有人员的这个行政有没有行政的疏失的责任等等哦，这个都一周内送交本委员会。是，另外我想跟委员报告了，就是说，假如说像那个送司法单位跟如有，我可以接受，如有，是如有的话，应该涉及违法的话，我们就送司法。如有涉及违法，哎是。并送交司法机关进行调查。是，好，好，可以加这一句，好，修正通过。四个按钮都 OK 了嘛？哈，好。刚才有一个地方那个品牌授权，一个是出版授权，可以改。他应该是写出版授权才对，对不对？好，那刚刚有一个第三案哦，张廖万坚委员的提案里面哦，有关那个品牌授权应该修正为出版授权。好，好。那我们每一个提案如果有委员要补签的话，请议事人员详细登载在议事录哦。那报告委员会今天的议程处理完毕哦，现在散会，谢谢各位。